好，各位同仁，请就座。现在我们要开第36次会议，请秘书长宣读第35次的会议议事录。宜兰县议会第十八届第三次到第35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5月27日上午9时，地点本会议事厅，出席议员黄定和议员等32人，类席议员县政府县长林崇贤、副县长吴泽成、秘书长赖希禄等出席长23人。本会秘书长陈茂林等5人，来宾各报及各广播电台记者、主席称议长文昌9时至11时，林会长齐山11时至11时56分止。记录陈洪谋，主席宣告开议报告事项，依主席报告签到议员已达法定人数。二、秘书长宣读第34次会议议事录，执行事项县长施政总执行及答复。执行议员陈杰林议员、林志宏议员、尤祥德议员、刘天武议员。答复人员：林县长冲贤、邵处长志奇、陈处长德兴颂、代理局长龙前、陈处长昌伟、陈处长春简、李处长东儒、陈局长登清、吴处长志宏、文处长超顺、尤处长国斌等。上位上午11时56分以上。好，议事里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准你备查哈。那我们现在邀请县长及副县长、秘书长还有各局处长列席报告台。我们下午继续县长市政总咨询啊，下午由邱家坚议员、黄世昭议员两位我们的议员同仁联络咨询。啊，大会主席林副局长啊，陈秘书长、林馆长、吴副馆长、赖秘书长，各位馆副以及主管，各位同仁，各位。啊，副会长同仁以及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安，大家好。啊，我想下昼这个质询应该是较轻巧的质询啦，哈。啊，但是啊，徛伫共党的这个执政的立场嘛，同款对真侪官府的问题啊，嘛来做一个反应哈、啊。我想在遮啊，先对林馆长五年来啊，这个馆长的表现啊，啊表示肯定。啊，但是这肯定的东西啊。真济问题嘛尚未解决，所以今日就要甲林副馆长来探讨啊宜兰县啊所面临的问题之外，嘛要甲馆长来请教啊宜兰的机会，因为真清楚，总统辞职了后，中央甲地方是共政党的执政，那真济宜兰的机会啊，是毋是当比较啊较早啊陈水扁总统时代啊，咱中央咱伫执政的时阵啊，咱真济宜兰人伫中央来啊担任官员的服务的机会。嘛，即咱宜兰争取真侪硬体建设啦。我想这嘛是宜兰人啊，第一次啊，第三次政党轮替了后啊，啊宜兰一个新的机会啊。直接来请教啊林崇贤馆长，林馆长，咱拢清楚吼啊，你的这个政见内底，拄头啊第一年啊是啊，要打造一个幸福宜兰，和儿童快乐啊，福利安心，而且老人长青的一个啊幸福宜兰的社会。那即个这过程内底，我看五年来啊，看到真侪成绩，包括。啊，咱的福利政策啊，真济啊，拢是来鼓励啊，这个新的这个啊，少年人会当来啊，生育。但是这几年来，咱看得到啊，同款是少子化啊在发生。我会记哩啊，这个统计内底啊，咱这五年将近6年左右啊，啊，咱宜兰县的这个出生率啊，并无增加，而且啊，这个新生儿童啊，啊，这个增加是数量无大。比较先甲数的比例啊，所以予咱啊宜兰县的这個人口啊也在下降。但是这个福利方面啊，咱嘛做甲相当的啊已经袂歹啊吼。但是咱那个是少子化的啊，这个啊这个关系。过来是咱这个老人化的社会来临的问题。我想林馆长这几年来对老人的这个福利政策啊，嘛都是甲非常的好。包括甲去年啊六月啊设立咱的长照所。伫卫生局啊，这个辖下来设立，我想这整个啊，不管伫啊早期的长兴食堂啊，以及甲关怀祭奠啊，甲乐龄学习等等啊，这拢是打造一个啊友善的乐龄城市啊啊，宜兰县来讲，应该是啊家己上头前的。当然对啊福利的这个啊福利政策，对老人福利政策非常的好，但是咱对青年的部分，直接要来请教啊林馆长，
咱宜兰县政府唔知安怎规划，予咱宜兰县啊青年返乡、青年创业以及青年圆梦的这个规划无？啊，请咱林馆长简单说明，谢谢。好，县长请答复。啊，台湾主席林副议长，啊，感谢文社超议员的指教。咱伫整体啊幸福宜兰，也是咱进入啊第二阶段幸福2.0啊。其实咱拢延续着伫整体社会结构改变，咱面对的社会课题啊，现在出生率的状况啊，大概毋是政府讲啊，利用鼓励生育，就会当啊达成这个啊基本的这个目标。我想伫啊，咱我看到这个教育处提供化的这种啊，就这个每年开始的这出生率的这个入学的状况啊，这个演变吼，差不多咱上高峰的时阵啊，宜兰县出生的人口差不多在6500个左右，即马上低点已经落到差不多3500哦，3400几吼，无到3500。啊，这种的人口结构的改变啊，这个这卖讲你有外流青年外流、哦，我们这样的一个长期的这个结构的改变啊，所以这个社会课题啊，嘛是即马啊，中央政府开始面对这种的课题，对讲包括长照，包括为什么小英总统会讲到青年，也就是讲你青年的政策呐啊，这个对料无好。你这个出生率它就不会高，而且结婚也不会增加哈，所以我们现在宜兰县政府准备的，咱用这几年的基础，我相信温议员嘛真清楚，小英总统在在在野期间嘛收集真济咱台湾目前的社会课题，所以在咱未来这种社会的政策内底啊，这个长照托育。甲妇女啊，它变成是三合一的政策，啊，即咱已经有一个准备啦，咱有一个专案小组，所以即马啊，这段时间先请邵处长代理，就是目的，咱要等啊，即马新政府就绪以后，我们下个月开始对话，咱就要争取咱宜兰县有一个喜欢的计划。啊，那针对青年的部分，我想这个课题都啊非常的这个严肃，因为这个小英总统嘛讲，伊希望咱即马新政府甲地方政府会当合作，来打造予青年啊，对着这个世代正义，因会当放心的一个未来。所以，伫这内底啊，我想咱伫宜兰县结构上，咱需要来解决的，应该有三方面。这个第一个要是就业环境了吼，咱呢大多数的宜兰子弟大概有一个习惯，我看就业媒合也是咱伫座谈的过程内底啊，咱这子弟大概。有一段时间，因为长期拢伫咱宜兰县甲北部大做伙，所以有当时啊伫大学那去外地读册，所以有一段时间拢希望较自由一下吼。那都算讲同款的台务甲同款的工作机会，有的拢会选择先伫外口哦。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要在这个就业环境来当中要提供更多元的这样的一个诱因呐、啊，让他们能够返家哈、哦，能够返乡。第二是青年交流的平台吼，我想即马委员嘛担任这个青年领袖啊，这个发展协会的这个理事长。其实咱宜兰县相对吼，相对会当来参加青年社团，大概伫宜兰县只有4个青商会，啊，其他的交流平台啊相对较少。当然，青年朋友啊，因所需要的，甲咱即马这个社会急需要打造公民社会。这样的平台，所以那么基台，咱即卖这个劳工处在青年公共事务协会的这个平台上面呢、不要只是例行性的这样的活动哈、哦，他们应该打造更多元的机会。那这个交流的平台，我想宜兰县的青年朋友还有一个更大的希望，就是这个国际化的交流。所以我再去毛大跑咱。相关的这个议员，咱希望讲我现在就请文化局劳工处跟我们这个相关的部门要来组成一个专案。我们已经募到一些资金了，我们希望向企业来募款，然后有一个青年圆梦的国际交流计划。这个构想大概是跟
我们现在在台北有一个社会大学，他们这样的一个青年圆梦计划，大致相当了。不过我们是宜兰版的。那另外呢，第三部分就是讲，咱的青年朋友，咱鼓励会当来伫这个扩大产物的这个部分啦，咱希望伫伫社会，也是咱公部门这部分啦，爱开辟搁较济管道，或者个青年朋友会当来承担各种的社会议题。伫这个部分啦，我相信咱应该爱开辟搁较多元的界面啦吼，包括让青年朋友真正的开始接触公共事务的课题。另外，我想还有一部分就是上重要，就是讲，咱虽然资源较少，这个看会到的这个资源较少，但是咱还有一挂公共的场所跟空间，我们可以把这些空间来转化。现在在宜兰火车站的交流中心是一个起步而已，我们希望将来的中心文创。那个明德训练班的那个基地，或者是相关现在有闲置的这个基地啊，广开这个育成中心，也广开让青年能够来做这个相关创业跟产业辅导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同时我们现在也希望将来的我们的中心文创有一部分的空间能够闲置下来，能够打造类似国际青年背包客交流的中心，这个都是我们现在正在搭构的，包括现在内城旧的国小，我们现在社会处这边有一个专案，我们现在希望在那边打造是一个新的这个新形态的一个能够让青年志工来参与，也能够解决我们这个社会课题的一个不老学校。那这个部分将来在里面就会有很多这个交流的平台，能够让青年朋友提早来开始承担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社会课题。大概是我们现在投入跟准备的方向是在这个部分。那其他过去搭构的这些界面，大概我们都会持续来深化。那同时这个整个工作的准备我们希望我们相关的部门能够尽快跟教育部的青年署来做对接，因为过去跟青年署对接的这个部分，宜兰县政府比较少有着墨，也就是过去青辅会的系统转到教育部。今麦我看阳山基金会有甲因去兴办一个叫做青年志工的这个平台，看起来他们的能量是还有一些需要我们来跟他补足的地方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总是希望结合公司的资源，能够让更多的青年朋友能够来参与跟能够来分享的一个管道以上。多谢林馆长哈，我想在这嘛给林馆长建议啦哈，你没有讲到青年社会住宅的部分，是不是宜兰县有机会啊，会当提供青年小的主体啊，会当转来宜兰了后啊，会当一个较便宜的徛家啊，会当加转来宜兰吼。我想伫遮甲林馆长来建议，第一点甲林馆长建议，伫五级高速公路边有一个鞋产地，就是特殊学校的旁边，是不是可以来考虑来规划吼？以上的建议，我来要甲馆长来请教啦。我想这个环境的部分啊，应该每一个议员拢有讲到吼。宜兰县的环境宜兰人对环境的要求是愈来愈严，包括真济。外县市入到宜兰来设置来徛家的人我想这个环保的部分，早期因为这个就业机会的需求所以对工业的部分要求可能嘛较无遐尼严，但即嘛工业的这个要求咱包括环保局对工业区的要求，我想陈登清局长教育了这所谓的家园管理嘛，让真侪咱的厂商无法做适应。我想对于家园管理个人无意见，但是我想徛伫工业区其实讲咱无反工业区，咱是反工业区的污染啦吼。但是卖予人感觉早期民党执政的时阵就是拢反工商。所以咱伫执法上除了家园管理合法之外，咱嘛还有配套啦吼，嘛有配套。包括最近我向大家议员拢讲到的，这个臭油味的问题，其实早期就存在几十年来的问题。臭油味，我想哪会当做改善这个应该早期就改善了但是平常心讲这几年来受较减，
但是徛伫啊人民要求愈来愈严格的东西啊，啊，这个啊家园管理伫环保局啊，我想爱做一个合法合理的这个管理啦吼。啊，这个是环保这个啊工业区的问题，过来是啊咱环境治山防洪的问题哈、啊。我想林馆长嘛做甲非常的多。啊，治山防洪的部分包括啊电工去甲咱五吉。啊，咱的这个啊，五吉抽水站来说明，既然关整个治水的部分啦、啊，我想虽然啊，咱经费无够，但是咱的这个完整性啊，啊，甲未来性、甲规划性拢非常的好。将来对既然关来讲啊，啊，治水下游的部分啦、啊，应该啊，面临淹水之苦，只要经费拿够啊，我想真紧来当来解决。但是一个可能较担心的问题是海岸线内移的问题啦，吼。我已经捌啊，伫干部科啊，干部处的时阵啊，捌提起啊，这个质询，就是讲。那海岸线啊，以及啊丽泽海边的部分跟丽泽焚化炉，我想这个距离 啊不到一公里啊，这是国土安全的问题，也是我们宜兰县重大一个国安的问题。因为金清澈哈啊，海岸如果溃堤的话，里面的车水设备再怎么好都没有用，所以这家啊，我们要求管政府啊，对于海岸线来伊啊，特别爱重视啊，特别爱重视。啊，而且啊，这个费用啊，这个经费爱非常的多，所以啊，啊，要要求咱啊，宜兰县政府、甲中央政府啊，赶紧来做一个啊，有效的这个处理哈。过、来是交通的部分啊，啊，咱拢非常的清楚哈、啊。宜兰县的交通啊，大家拢唔盲讲有一条直线铁路、啊，不管是高架了后啊，捷运化啊，是直线化，拢唔盲赶紧来交通来这个啊，直线铁路一旦赶紧来开设，但是。这过程内底啊，时间可能爱一段时间。啊，这一段时间内底啊，啊，咱的苏花改很快就会通车，通车。啊，苏花改通车了啊，通车了啊，造成啊，咱宜兰县这个交通阻塞的黑暗期会更加严重。所以这家嘛要要求啊，林馆长除了对中央这个经费的争取之外，对县内啊，这苏花改通车了后，有可能造成塞车更加严重的问题，要做一个彻底解决。啊，那无的话啊，每天啊变的啊，如果媒体讲到啊四个字啊，对宜兰县的啊整个观光都有影响。两个字，台风；两个字，塞车。我想啊，真济观光客都不来宜兰，所以我想这嘛是咱宜兰县啊些重要的议题啦吼。过来是医疗的部分，我想宜兰县唔忙一间啊，这个教协啊医院，这个教协医院啊，除了啊关系到宜兰人健康更加有保障之外。这个教协医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啊生化园区的争取，所以大家啊马上来劝告啊，咱林崇元馆长对阳明医学院的进度，然后延伸到生医中心的设立，然后连接到我们中央政府亚太生医的啊生产中心的啊连线，馆长你是不是有什么看法？有进度？有在有计划无？针对这个啊生医的部分，做回答就好了，谢谢。好，县长请答复。啊，第一主席，感谢委员啊，对咱所有经建建设的一个啊关注了吼。对的啊，阳明医院升格为医学中心，咱这个计划啊，持续啊，拢伫推实。除了中央的部分，咱希望讲啊，即马伫环卫这个招委啊，甲教育委员会招委啊，啊，大概。几个咱当职的立委啊，伫内底拢超过半数来担任这个啊，这个相关的职位吼，咱都啊希望拢分别提案吼，啊，即马拢有分别立案吼，立案啊，可能会当看到具体的内容，拢爱看到106年度的一个啊中央的预算计划吼，所以啊，咱原来希望啊，这个阳明病院对着新民院区的这个整体发展计划，看起来应该目前为止。咱伫520之前啊，推实因完全无进度吼、哦，所以这个部分啊，咱最近就会请副馆长阁召集专案啊，来要求这个整体的发展计划，安尼，予杨医生阁啊，较具体的内容啊，爱有一个完整计划，安、啊、然后咱伫100年度，因为中央预算应该是7-8月就编啊吼，所以会当来做这种啊接轨。另外，就是讲我们整体的未来。啊，我之前的这个商业策略就是讲，希望用南文创北生医吼、哦，所以阳明医院升格为医学中心是其中一个啊这个发展计划的一环。那最重要是生医园区，就是咱的后辉桥头退伍会这个相关的进度了吼。咱即马查对相关的停息已经是甲退伍会有一个完整的这个准备，然后咱即马
差一个天时就是上好来政府都委会，那我们就马上可以来公告发布了，是不是？哦，已经审议通过，对，我们就是在文字的修正啊，那个都市计划程序马上就可以发布。啊，那么进一步，因为新年退伍会副主委李文忠先生，咱过去介真熟悉啊，顶刚我伫咱另外一个参会伫打开小度的时啊，啊，伊答应讲，伊即嘛就任以后哦，尽速会甲咱来召开一个相关的那种会议啦吼。我也希望那个公里处这边尽快来跟那个李副主委来联系。当然，李副主委谈到的不是这一块地，就是退伍会在宜兰的很多农地或者相关的土地啊，将来的这种活化运用，他愿意全力来配合。所以，生意园区其实咱都一个机缘吼，因为生策会。哦，生策会在翁启会这个案子还没发生之前，因定期拢有一个聚会啊，大概拢邀请我去列席，因为内底执行长是咱宜兰人吴明发先生，所以大概我有请伊登来看过咱的生意诶，这个基地啊嘛，这个清大诶，这个校区啦吼，包括竹科城南基地，我拢有请伊登来看者，因为现在的这个中科院在深坑的这个基地，其实它。一部分要做那个国家的生医园区啊，它的学术研发是在那边，但是能量上面，现在南港跟内湖啊，很多的这个园区大概都满了，所以我们希望宜兰可以成为生技园区哈，在北部哈，在台北市的这个基地的啊一个副基地了哈，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产业能够配合现在新政府在未来五大新兴产业里面也能够扮演。啊，一定的角色哈，这个是我们现在在准备的。因为宜兰现在立泽大概有一部分的跟生意有关的产业在那边已经有部分的群聚现象，所以我们是利用这个机会啊，我嘛底下的平台来对，嘛希望讲几间银座有厂的会当来宜兰投资哈。啊，当然这个过程来对，除了有一个这个废水无法度处理的这个问题之外，其他大多数对。挖进这个大台北交通的条件，甲这个生产基地条件，因大概因为咱宜兰县的水源较无问题，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会继续来这个接轨，也能够更进一步来加速推动。啊，感谢林馆长哦。啊，这个财务计划大概的预算有没有一定的规模跟概算？我拄仔所讲的这个部分，咱拢希望由中央的这个计划来推动。管政府这部分，大多数咱在这个里面有扮演两个角色，一个是行政上面的协助，加速推动。啊，这个部分都由副管长原来这个招商办公室这边来做总其程。另外就是讲，我们在招商的这个部分，其实像相对像他拄仔吴议员所讲的，因爱就是咱服务的好人，阿麦好因地啊，地因啊，地较久吼。啊，另外就是讲土地，土地的媒合啊，这个部分公测会这边大概跟建设处这边有盘整，盘整一些用地啊，让他们来选择哈。因为这个在这个部分，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媒合哈。那大概他们对这种土地成本大概没有很大的意见了，大概都是针对一些废水处理哈，废水处理跟区位的关系哈。啊，拄好有甲馆长请教着讲，其实讲中央执政之后啊，依然一个机会就是讲中央政府甲中央政府是共政党的时阵啦，即前八年内底啊，几乎看袂着重大硬体的这个经费的补助，所以伫遮除了南文创的等一下请县长报告一下进度之外，南文创甲北生医的这个经费啊，希望都能够由中央来挹注之外，我想县长是不是有提计划要跟中央来争取？沿线重大的建设来弥补前八年中央政府给欠宜兰人没有给宜兰人建设经费的部分。大会主席，感谢吴议员。基本上我感觉是安尼吼，我再请社会处再请计划处那个盘点一下吼。咱即马第五月上旬以前，我都请这个计划处开始准备吼。那当然，我们现在顺序是这样子了哈，
比较我们完整的，我们优先来争取。譬如说交通建设，交通建设，咱即马铁路直线，哎，铁路高架，啊，甲即个山骹道路，这是足完整的，而且这发展已经是咱的规案啦，准备好相关的路廊也大概都确定了。哦，那我大概就会带着这个计划来跟交通部长对话。那比较长远的这个计划，大概我们这边有准备，也是希望交通部长能够来对我们做这样的准备。所以各位有看到讲最近贺陈部长一定讲到这个夜间要取消免收费，也是讲南部的这个横向的部分要收费，我拢阿未有去介伫电媒体顶头有啥物特别的这个complain 哈。不过我们最重要的策略是希望我们宜兰的雪隧的问题还是要仰赖大众运输了哈。所以大众运输诶，这个准备，阮咱即马伫建设组这边已经有一个完整，尤其即马咱这段时间伫连续假期啊，分别甲交通部有这个平台，我们希望它能够持续哈。那这样的话，交通的扣题短期哈，短期的这个动态管理啊，交通部这个平台啊，甲建立起来，然后咱政府的这个部分来当做啊，其他各部门，我们现在都希望中央这个部会他们在就位以后他们这个月大概都是在立法院，哦，差不多都接受随堂考试了哈，所以基本上咱这个月就不会去搞交叉，我们准备的更完整，哦，准备更完整。我希望那个李处长这边赶快汇整好，有一个大纲，也让议会的议员都能够了解我们现在要往前推进的这个方向。那也请各位回馈意见。那这样的话，将来我们在推进的过程，也请各位能够共同来发声，哦。感谢林馆长，是不是请林馆长简历的说明南文创中心文创园区的进度，简单就好了。嗨，组长简单好。那个谢谢黄议员了哈，相对迄个中心文创园区的进度了哈，安尼讲就是讲迄，那个当然都市计划变更完了，就是相关土地的迄个未来运用哈。是处分的这个部分啦吼，今嘛就是讲相关吼，迄个主要分两区啦吼，一区就是讲迄个商业的核心，文创未来文创产业核心区间哈，这个大概有8.多公顷。那另外就是那个有关于那一个未来支援这个产业的相关的，包括在未来的生活面哈，或是那个产业面生活的那些空间哈，未来需要那一个引进那一个外部资源的这个部分，大概有将近5公顷多哈。那这个部分就产业专区的这个部分的进度哈，产业育成的这一块，那大概我们6月份就会开始启动哈，就是招商的这个部分，那就会可能会我们计划是预计有28个单元的那一个那个微创或是轻创的哈，可能会就会进来了。那另外就是因为园区大概整个这个专区里面大概有40几栋的建物哈，不可能一次修复了哈，那我们现在是分期分区的在做修复，那2、3期的那一个建筑的修复设计啊，那一个目前在进行，那预计明年初哈，会陆续的来动工。那另外园区的公共设施的工程哈，那预计是那一个明年初会完成。那我想这一块议员可能比较关心，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何时会在那一个对外开放了哈。那县长这边是给我们一个期程的哈，最慢最慢就是配合整个公共设施工程完毕之后哈，那相关的那个对外哈重新再开放的这件事情就必须要启动，而且一旦开放之后就不会再关起来了哈。这个是这个部分。那另外哈就是说那个核心产业专区里面有几个比较大型的厂房的这个部分哈，这部分是我们是希望未来能够引进比较旗舰型或是那个标杆型的一些文创的那一个类种进来了哈。那当然这个部分那一个我们县长已经责成我们前局长郑文堂郑先生哈，那针对未来包括流行音乐、包括影视哈，甚至包括那一个数位软体的部分，那看有没有机会能够招到一个比较大规模的那一个企业能够来主持这一块。那另外在产学合作
的这个部分啊，目前我们跟北艺大也有在做一些连结哈，未来北艺大可能会把它的包括的那一个设计的学程跟那个音乐学程会优先的会引进来哈。那另外还有跟其他未来的相关的学界合作哈，目前都还在发展当中。那另外议员们比较关心的就是青创客这一块哈。那创客这一块我们有在安排哈，就是说如何让这些青年，我们现在的青年创业，或是说未来能够吸引那一个我们现在的相关的青年回到这个那一个创客空间里面哈。那这里也有特别安排了一些空间。那以上是简单的报告。跟林县长在这两个建议啦，第一个是少子化以后，我想现在整个台湾的趋势啊，吸毒的部分啊，年龄往下降的趋势啊，相当严重哈、而且这个犯罪集团都用所有的未成年来做这样的吸收跟来做违法的事情，所以在这边请县长对于毒品的部分能够要求警政单位对于毒品的妨害要特别来加强的查缉，这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就是。县长如果到中央争取经费的时候，东山头的亮点计划我们在去年没有通过，那至于东山头的再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计划，请县长一并来争取东山头的亮点计划。以上，谢谢。好过了哈。大会主席、林副局长、林馆长、吴副馆长、赖秘书长，各位局处长、各位同仁、各位媒体朋友、各位联络人，大家午安。是不是请议事组同仁先准备一下吧？我首先先来延伸咱文学条议员拄仔讲到这个环境这个环保这个议题我昨看到咱馆长伫脸书针对新新闻一篇的报道我首先先表示我的看法咱馆长跳出来捍卫宜兰县好山好水，捍卫宜兰县的生存环境的优质，本小姐这是对的。就敢若亲像昨咱陈议长带领咱议会坐坐党团的干部，针对公都盟报道的内容不够公正、不够客观的议题，来表示不满、表示抗议这个部分，这相对的，馆长捍卫宜兰人的基本的价值这个部分，本席这边表示肯定哈。所以我认为馆长站在宜兰县的官道来看。跳出来向新新闻来表示这种偏颇的报道是对的哈，但是我站在地方上咱整个溪南地区污染这个法院上大这个工业区的所在，所这所在，我是感觉讲，我希望讲馆长会当针对这篇报道内容所深入的地方，应该是更加了解一下哈。这段期间以来哈，我嘛不哩坐。机会当加咱环保局陈局长针对咱整个环境卫生的问题哈，来做一个探讨。特别是暗头啊，这个时间开始，甲清晨，他讲是整个新马地区，甚至是东山、五结、沿海线等等，这居民伊的生活品质，长期以来受到足大一个威胁。我请馆长来看这个脸书顶头我的朋友。这是在这个拜日五月二十四透早五点多，你看整个在高速公路拍到的状况连续两张了来放大下一张，透早五点多工业区灰蒙蒙的一片，你看宜兰县民不管你是住在东山五结所，大家想看看如果我们是住在那个地方，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的居家品质会好吗？好，再来下一张。你看，这都是工厂所排放出来的废气啊！这个问题已经这么严重啊！我对农历过年过来二月一直在等我唔知偌济届啊，甲陈登清局长甲反映过，甚至我歹势讲用我议员的身份打电话入去环保局检举订正。我拜托我的厝边啊，连长、里长、代表，甚至社区理事长，一再的跟环保局的相关稽查人员提出陈情、检举，结果得到的回应一直拢无真好所以我希望讲，馆长，咱环保立馆
这么严重的议题啊，吼，我希望馆长你应该学当当年啊，三十年前陈定南馆长的时代呢，吼，落乡来了解到底是哪长期以来咱所有镇民这么侪百姓的反映，伊的心声，因内心的痛苦，吼。这段期间，我伫几个老人会，伫遐迄个出入，因甲我讲，较早陈定南馆长的时代，因捌要求客栈人员24小时，不但是陈登基局长所讲的加盐标准尔，是加盐再加盐的标准的，来抄遐污染源。嘛呢，陈定南馆长伊陈清天的这方案慢慢成型，所以互咱宜兰人个当个真少年吼。所以咱平常真侪民主的前辈，希望我有机会当伫议事殿堂，希望会当来要求咱管路的团队，会当为着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为着人民伫生活品质的保障方面，来希望咱管路团队应该拿出魄力。吼、哦，我想陈登清局长已经算最有魄力个啊，嘛伫执法过程当中也得罪，也不惜得罪很多的厂商哈、哦。但是我感觉讲也是无够，所以我伫环保局担任职员时阵，我有请环保局提供咱四间水泥厂伫今年度到五月份为止的处罚的件数，馆长可能你唔知啊，剩四件尔，四间水泥厂。附近的居民透日咧抗议，透日表示不满。你讲润泰水泥如果没有那么严重的污染，慈信华德福外移进来的那些家长会不断的表示抗议吗？如果台湾水泥没有那么严重的污染源，像那永春北边个系列居民长期不断向里长、向顶来表示不满，甚至最近嘛，阁有里长发言讲会有废弃炉渣。被掩埋的这种情况，所以长期以来环保的问题已经困扰所有店面足久的吼，所以我要请馆长针对这个议题的部分啦，是袂当积极大刀阔斧，和咱宜兰馆民会当真正的感受到林县长你的魄力，能够让苏澳镇民把这个长期因为空气污染、水污染等等这些恶源的部分，把它做一个彻底的根除。我无任何财团、工厂等等的这些包括背景，所以我必须要站在百姓立场来讲，真真正正百姓心内话。所以我拜托馆长针对这个问题，会当来深入来做一个探讨，是不是？请请馆长来做一个简单说明，好不好？好，县长，这样我甲顾家真喜欢同款这个心情，我希望讲你慎重，看是安怎来处理。台湾主席、平副议长、各位议员，感谢柯议员的指教。柯议员所讲的这个议题啊，我相信县政府无任何一个主管，包括我，有任何这个财团还是业者的压力吼。所以咱对着这种环保的标准啊，我一直讲就是讲，即马哦，咱其他拄仔你讲的这个放大的这个情形啊。这大家若看到有烟，有烟不一定是有违反啊这个污染的标准了哈。当然，我的诉求一定是拢伫环保局的这个叫做远端遥控的资讯互阮。最近我看网络也有看到环保局已经把这些监测资料都上网，是不是？都上网。那其实现在的问题源头是这样，我也希望这一次的报道是能够给新的环保署长去看一看。中央所定的标准，你现在从南到北，大家在 PM2.5 这个事情已经大家感受到了，而且现在对世界卫生组织来看 PM2.5 是人类地癌最大的元凶之一，所以我们这种环境的品质这是公共财，所以必须要由政府用官权力去来让我们民众来共同来这个维护。所以对于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些数据，这些数据，我希望环保局，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我们在加盐标准公告的时候，都有一个经验嘛，那个叫周边要收集的那个叫易散，现在环保局，因为咱的发电的这种，这个化工的这个产业已经很久了，台湾来讲已经很久了，我想咱最近大家都有讲到一个议题。
过去咱较艰苦的时候，我们可以忍受一些。现在呢，我们觉得健康是用任何的财物都换不回来的。所以呢，依这个保分，咱即马家园标准是6月7日。那可以先看一看我们家园标准，这里面家园标准是什么？包括透光率，你看的 A 的保分就是透光率哈。然后再来就是那个易散的很多的化学物质的监测指标。但是呢，咱即马爱了解一点啦哈。我希望讲。他都有你讲诶，过去现在讲请人24点钟，因为当时没有发展出这一套，当时的那个监测都是用那个人工的仪器，我记得没有错是这样，然后后来才发展出这一套，好、哦、都用远端的这个遥控，但是呢，这里面也会有问题，我希望环保局能够去确实去看到，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监测是委托专业单位帮忙做的，所以你讲诶，卡入去报案到中心啊。其实这个负责空污、哦、跟水污主要的还是这些专业的单位，这些单位不能有放水的嫌疑啦、哦、这是我们必搞必须要在这个执行面顶头去检讨的，如果大家都没有放水，那我们6月1号实施的新的标准现在看一看啊，不然刚才你现在坐到黄议员隔壁他也说到、我们都这个该尽的责任去尽，但是对枪乡该必要吼辅导、睡眠服务，咱嘛爱做个搞。因为我们现在不能说那个要求他马上啊，这些所有的烟易散的情况都不见了。最重要是说，我们这个标准要怎么样来定，让这些业者要有改善污染防治设备的决心。因为咱对水泥厂预告这个时间，我们是非常有经验。你给他有一个准备，他的污染防治设备可以抵消在他的投资上面，政府也有奖励的。所以咱建户我现在这个部分，我们应该把我们这个经验来跟中央政府，尤其是环保署讲，这个里面要导进监视了，就是说咱希望说几年以后我们的环境品质就好像汽车排放有没有几期标准，我就是跟当时我就要大概什么一个程度，然后让业者有时间能够去准备哦，这个部分我相信，我们应该是可以做得到了。以目前的科技水准，这些问题是可以做得到。重要的是，这些企业要不要一直还是 cost down， 把我们的环境当成是它的一个转嫁的成本，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了哈、哦。所以这里保护嘛，请环保局、环保局这边，因为每一次你看到这个照片，不是你有了，每次那个哪修啊 key 啊卡给那个。下降、哦、那个压降了以后，那个相片拢到阮脸书来了，随时毛讲，哦，啊你讲的那个臭鱼尾也一样，啊这个部分来讲，我觉得那个感受不赶快了，哈、哦，感受不赶快，啊咱报案，我们的稽查同仁到了现场，你知道我们现在臭鱼尾标准是啊怎么判别的吗？臭鱼尾标准是用闻臭师去判别的，哦，所以这个部分都是显不合理的，哈、哦，就是讲。咱伫处理几个几啊件这类情形，有当时啊，我们现在要设这种比较符合我们宜兰环境情境需要的，我们这个标准，我们也希望都能够一步一步到位。我也希望陈局长现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椒盐标准，即嘛是针对啊这种有排放的，好、哦、有排放，那没有排放的呢？你看咱的食品加工厂，那个区议员你上清楚，咱所有镇。上一间啦，吼、哦，啊，无鱼的时阵拢未去用刀，啊，有鱼的入鱼的时都爱用刀啊，所以那个判别上面呢、啊，我们也希望能够借由最近的几个食安事件，那现在因为卫生局也得到那个4200万的拔尖计划，我也希望，刘局长也能够把这个资源呢、啊、蓄额出来，怎么样辅导这些厂商能够达到这些标准，哈、哦，那我们定一些。奖励的办法，让他们去改善他们的设备，好、哦，那一方面也改善我们自己的稽查设备，安尼多管齐下，大概这种环境拼起来，我认为，咱的管民所感受的绝对是咱来去维护的哈、哦，我们绝对不会逃避这样的责任。啊，感谢馆长哈，但是这整个环境的臭味是非常严重哈，那到暗头啊哈，炒一礼拜炒五天。这个臭味不断啦，当然足侪来源的啦吼，像拄仔管理都讲到，包括加工厂也好，甚至啊一挂铁工厂等等，吼一挂化工厂等等，因所排放出来物件吼，拢是
产生环境生活品质是污染上大来源吼。啊，当然像拄啊温议员你讲的，厂商咱个辅导，会当循着环保署咱环保局规范去完善改善他们的设施，这是真重要。但是咱个服务人员、咱个客栈人员，我希望会当针对专业的训练部分，搁再加强吼。我相信大多数的啊，即相关的人员拢非常专业，嘛非常愿意替百姓解决问题。但是我无希望讲少数人伊个无够用心、无够拍拼，结果咱整个咱个团队的胜率受到打折了吼。这是我希望啊，咱未来应该搁加强注意的一个所在吼。啊，针对咱最近吼、看到啊，花莲县政府啊有咧发布讲。石原港加花莲港一个支行的这个议题哈，啊，当然因是一个地结姐妹港，但是咱宜兰县、咱所有镇甲石原市啊是姐妹市哈。照理讲，咱应该是在发展啊，苏澳港跟宜兰县发展甲日本这种支行的这个商机来讲，这种的条件来讲，咱绝对是比花莲港较好了哈。但是我感觉讲，咱这个先机的这个动作啊。咱整个的这个准备的工课哈，应该是他搁加大脚步哈。特别是咱即马看到五二零之后，馆长你搁是中常委的身份，我想讲要向中央来争取相关的经费，提出好的这個建议案，应该是对咱宜兰县的机会搁大哈。所以我想讲，如果讲咱会当去争取到首港石行这线，会当规线全面啊，这种的支行。包括带动观光、地方的产业、文化等等，我相信这是对咱所定真大期待。虽然现主持看敢那讲一礼拜四班，但是对整个咱上大期待部分，还阁无到达到咱的需求哈。所以这部分请馆长啊、有机会时阵爱大力去争取哈。啊，另外咱南澎湖的渔业，即马现主持拢面对转型的这个问题了哈。啊，副局长嘛长期咧推动观光休闲娱乐渔业。咱即马较早，咱即马来看较早渔业，渔船啊，凊彩拢两三千只。但是随着捕鱼人口的老化了后，咱现住是渔船剩无好一千只左右啊。代表讲，咱渔船面对产业的变化、的转型，它讲是愈来愈明显啦吼。啊，咱看平湖伫发展即观光休闲渔业的部分，海钓等等，它讲有一定的成果吼。啊，但北角个来看，像咱宜兰县有遮尔啊好一个天然的条件了吼。啊，我希望讲会当借着咱面对渔业转型的这个东西啊，伫咱南澎湖三溪港停泊的这个区块来做适度的调整。啊，例如咱会当将咱副局长所讲的这个观光休闲的转型码头，会当将南莲分场迄个所在来完成迁建好了，将观光休闲娱乐海钓船的部分、观光休闲娱乐渔船的部分，拢刷进去内底港遐。爱让整个带动三溪港的均衡发展哈啊！我希望讲这个部分，咱农业处这边会当甲公处这边看，当来做一个积极的协商、研商了哈啊！第三个问题啊，咱伫讲到南梁分场的部分啊，我嘛私底下甲副馆长针对南梁分场这个部分啊，探讨过足侪解哈。无人会知影讲台南什么时候发生大地震，相对的嘛，无人敢挂保证讲南梁分场是不是会因为天灾地变。造成人员的伤亡，万一在咱准备的迁建过程当中发生事故、发生伤亡的时候，谁要承担，谁要负责？所以我希望讲，已经危楼的情况这么严重啊，无必要搁机会搁开500、1000去做补强、加强的这个动作啊！哈，因为这钱开落，对整个危楼改建、改善的情形无法得到具体的成果，倒不如咱利用新政府的机会。请馆长或是副馆长带队来向农委会来争取经费，赶紧来尽速迁建南宁鱼市场，不但会当予整个围楼情形做一个改善，也当予南澎湖发展观光渔业部分有一个较好一个据点吼。我想这个工作应该是无困难，开的经费也免真济，渔会伊无材料有遐尔深入的思维去做这个工作吼。但是我感觉讲，咱宜兰县政府的官道应该有法度。来达到这个目标哈，所以这个部分要拜托馆长啊，是咪当赶紧利用新政府上任开始啊，咱会当是不是能够成立一个专案，赶快来争取推动了哈。第三点的部分哈，咱很主席啊哈，
时阵足侪废弃的网具，不管是网啊、帘啊、伊的捆、棍也好，吼，还是伊的草包也好，等等，走市面拢叫公所收，公所卡着入去啊，即分化路等等啊，是话卡着收集分化路等等费用，拢无愿意做这相关的工作吼、哦。是毋是馆长？咱来研究看吼、哦，是毋法度由啊咱的农业处这边，还是环保局这边来成立废弃的网具的回收站？安尼，好在废弃的网具，卖有在市民啊，无位通放，然后乌白蛋，造成环境，造成海底污染。我想这是非常重要一个问题啦，吼。啊，我私底下嘛有甲许个贵有干部来讨论过这个问题，吼。伊希望讲是咪当由咱管政府来做主导，来召开相关协调会，和这个废弃网具回收站会当来做一个啊成立跟设置，吼。啊，第四点的部分，吼。咱之前管道你有去杀到咱所谓的六星的这個监视系统哈，啊，我伫台湾时阵嘛，我甲高局长有啊交换过意见哈、啊。这个目前的评比跟效果，在地方上得到很高的评价，所以我希望讲，咱建构的重要入口的监视系统，是不是能够再继续延伸、再扩大？因为咱所开的钱可能一年变500、变1000，但是无形中咱所带来的效益。例如警方的破案率、交通事故啊、和解的这个过程等等，还有对治安的维护跟吓阻作用，都带来很大很大这个效果哈、啊。所以我经过真侪啊，地方的这些干部、里长、代表等等，拢有咧反映，认为讲这是一个真好的一个案哈。啊，嘛袂让社区过去伫做监视器，安乌白做经费腐烂的使用，这个情形也不会再继续持续下去哈、啊。是咪？但阁继续和警察局。或延伸这个计划，或这计划当更深入，让次要入口或者其他重要入口有遗漏掉的地方，赶快补进来，让这个六星监视系统能够更加完善哈。啊，过来一点哈，咱有关所啊，该要通车哈，即将要通车啊。我有看到咱县警局啊，针对108年完成通车之后啊。整个交通疏散的啊，整个计划报告哈、哦，我看了我很惊讶哈、哦，很像都没有提到下国五之后往苏澳市区这个地方这个部分的疏散这个状况，哪里到时阵啊，100空人里面要等100空8年，100空人里头变太西高窟啊了，间隔12起窟的整个塞车的状况会更加严重哈、哦，所以是不是请馆长你未来这些新的组织？调整有成立一个交通处，针对这个部分是咪让赶紧提前因应，在现在的建设处来做啊统筹的相关的业务之下哈，赶快来先研拟一套对策，例如是不是能够让下来苏澳的车流量能够不要直接进入到苏澳市区，再增加一个替代的道路桥梁，能够让游客让车辆有选择。可以直接上啊、这个替代桥梁，或是直接进入市区，让有需求的车辆可以自行选择。但我相信对建国锁定未来所要盖通车了的交通的影响啊，才会带来真大一个负面了哈。你刚看这段锁港路，锁花盖迄个入口啊，他讲设计不良，当初设计就不对了。但今麦看迄个出入口，未来就能够想象说，通车之后那个出入口不可能。有可能不塞车吗？保证塞车，也太过严重诶。来告诉你，这是苏澳证明的第二次的浩劫了哈。你国道有法通车了，对所有店民都已经无带来加分啊。苏澳盖个通车了，那更无带来加分。那我所有的，我感觉讲，我非常忧心嘛，吼。所以我希望讲，馆长会当针对这个部分啊，会当来做一个啊因应对策哈。做一点哈。有关咱现主席啊。馆长，咱之前嘛捌讲到所谓的合并效的问题哈，到目前为止，很像没有看到很明确具体的成果哈，是不是能够请县长也一并说明一下哈？这个合并效在您的任内能否看到成果？卖讲听到楼梯响，然后拢无看到其他影子安尼哈，我感觉讲现主席扫射问题已经这么严重了，教育资源的整变势在必行。我无认为讲，因为少数人反对，咱管政府怎啊怎啊，坑底也无要震动。
这个工作做的是未来对子子孙孙、对咱学童、对咱幼童是足好一个代志哈。所以我只能讲，县长您的魄力应该尽快在这个议题上展现成果了哈，让宜兰县民能够感受到我们对教育的重视哈。以上，哎，是不是请县长做个简单答复？县长，台湾主席林会议长，感谢嘉靖议员对所有点，不管是企业，也是交通加相关教育这个相关的议题啊，吼，大家拢真关心。我先回应讲咱所有讲转型的问题。即个即个Okinawa要执行里纳号这个代志啊，我相信林副议长嘛拢有参与。不过咱一定要有几个方向来解决啦吼。第一个是所有讲本身的转型计划。爱搭接了哈，那现在这个利纳号停靠的部分呢、啊，很多的服务设施，咱即马管政府等地配合伊的这个专线计划啊，比较辅导。第二是这条航线要维系哈，只有载人客运来讲，不能维持这条航线的永续的哈，所以货哈跟客大概以货为主，客为辅哈。那我们现在的那个计划是因为我在七月份就会接台流交流协会的理事长，那那个桃园要合作啊，机场用桃园啊，那港就是以我们这个苏澳港为主，那整个货流的部分我们现在也请一个李博士啊在帮忙，那现在是由公车会在对接，所以将来这个整个会有一些营运计划都、就是供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计划，我们为了要让竹科城南基地的这个产业进驻、产业的内容能够提升，我们现在在委托野村证券哈，起码都黑几的经历，专案经理人是咱几的人，所以我们利用野村证券也扮演好这个日本跟我们宜兰这个平台，把它搭构好，大概就是产业合作、贸易交流跟交通的观光的交流哈，这三方向。阿兰弟，太多的关心咱的第一拍的市场这个改建。咱即马基本设计已经伫月初送企业署，咱希望讲一旦尽速得到核定吼，明年都会当发包吼、哦，一拍的这个部分应该会这样来进行。那、至于说南宁分厂，我也希望农业处去转达我们这样的一个希望，不要再去花钱了。你再花钱，那这些人就走不掉了吼。恭喜仔，咱这拢真欢乐吼。另外你讲一月废弃物，不管是希望啊，是讲遐废弃的这些东西啊，你不一定，我想这个部分来请你到帮忙，因为吉尼号那个基金啊，吉尼号没错吧？那个基金就是原来海污要帮忙渔民，哈、哦，那防治海洋污染跟永续渔业的一个资金嘛，那个基金刚才是还阁不哩济钱嘛，吼、哦，所以这个项目应该是可以用啊，它是有个管委会。这个部分也请那个环保局跟农业处来帮忙哈，因为一夜废弃物你没有处理好，老实讲，又回到海洋，那个是会造成生态的浩劫。那同时，对南方澳或苏澳港那个整个那个，你无看电工网络讲，咱这熊垃圾的是伫南澳，这个大家都没有面子了哈。这里我想可以用那个基金啦，你就免好，大家讲烦恼无钱哈。我记得吉尼号那个基金是可以用的哈。你谈到那个监督系统，我们现在是在三年计划嘛，到今年底嘛，结束了，因为我们原来是要框列一个预算的额度。那对于这个治安维护，我希望这个高局长能够在今年编列预算以前呢，把这个三年计划再做检讨，后面要不要更续推动，要怎么做法，他们要提出完整的计划。治安维护这是其中的设备了哈，这是一个设备啊，这个东西我们不会说到今年停了就全部都停了哈，因为这里面我们也准备要跟 NCC 来对话了，因为中华电信，起码中华电信这里当属都有拿挖哈，因为我们现在最大的费用都在网络费用啊，他们应该要给我们这种公共服务的部分给我们一个比较优惠的价格哈，那这样我们也是一个模式啊。那老实讲，现在一个物联网的时代，它不只是可以做监督系统而已。那个 IOT 的应用，我们会好好来跟中华电信讲。另外，咱苏花盖的这个疏导计划，大概你看到警察局的那个是管理你要看到建设处这边比较完整哈、哦，那个有一个疏导计划这个部分我们现在有几个对话了，他都要你讲那个议题，其实
阮看迄、那个所有水产边啊，这个明隧道开以后，阮就知影讲迄个所在，你弄一个丁字路口，总会不塞车呢。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已经在副县长这边也跟市区工程处啊、哦，也准备跟相关的那个交通部的这个系统啊，要来对话啊、大概优先会解决几个了哈，起码海山西路海山西路，咱起码都被拓宽啊了哈。那其实这整个一南一北，包括基山桥加安尼，要是无法都改观了哈。那整个我们将来的希望是希望苏南驿站也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节点上面，哈、哦，能够扮演一定的转运功能，不要让人哈紧紧的炸，也不要让苏澳镇变成停车场，这是我们现在的终极目标了。另外，少子女化以后学校的变校，老实讲，这个工程需要地方一起来配合。以南安来说就好了，南安国小跟南安国中，你起码迄个我所知道南天宫。我出交通费用来载囡仔嘛，哈、哦，我们并校一定是让，哈、哦，你现在因为一般不到几个学生，其实对他的学习是不是最好的？我们现在是从这个观点来说服家长。那你整并变成完全中学以后，其实对宜川的这类租地，我们可以把省下来的钱，我不会把省下来的钱拿到别的地方，我省下来钱全力发展课后辅导，因为。你南安国中国小那个区位，你南门外这里区位，跟所有顶这里区位，基本上它就明显，你们在苏澳镇就是很明显的城乡落差。阿金啊，有的家长就讲啊，我课后辅导没哪从，啊我无多关卡，哦，所有的这种数位学习或者是现在精英平台，我们就可以集中资源在那边。好了，宜川租地的教育顶头会当得到较好的帮助，所以我希望那个教育处这边要有缩帖。好、哦，我们现在都是开说明会。老实讲，嘿，家长来做会，家长是用家的观点去讲诶，他不晓得我们现在推的方向是什么。我们不是绝对不会为了并校而并校了，应该先把这个原则讲清楚。而、哦、是因为少子女化以后，你老师是照着学生数的人头在编制，对不对？那学那个老师师资的问题、设备的问题，然后你一个维持一个学校行政费用，那你就耗费掉了。如果说能够集中在适当，因为你南安国中国小，老实讲，以现在的校园安全，南安国中是比较安全的、哦、我们不用再花很多的成本在南安国小去做那个拿红胎地当来那个所在地边坡、哦、还是有很多的风险、哦、所以那按理来讲，如果我们南安就是讲南安外这里下下一旦变作是一个真有特色的啊个。这个汉语的学，而且生态教育很好的这个学校，那我们全力来建制，啊，底下个配合这个啊，那里啊，这个所有的这个北校，这个后边啊，这个红建了哈，各方面，我想资源整并以后，我想月明现在是一个转型的开始。那如果说它是一个成功的啊这个典范，我们也希望那个教育处这边哦。以这个苏澳镇辖区里面，它有个对照组，然后请家长会跟学校能够在月明哈、哦、进行了一个学期以后，能够到月明去对话，让家长能够了解。那这样的话，我想我们这个做法上，因为咱这哈、哦、被处理弄啊就幼楼的啦，这里幼楼艺术理工还是一个乡镇为一个区位啊，现在乡镇我记得都有中心学校嘛。希望文处长这边善用那个中心学校，然后自己成为内化是一个团队，然后家长会他们现在有一个平台，哦，那这个部分都是需要这个方法啊。所以地方的部分，我想林副议长、区议员甲这个陈议员，其实你拢伫谈蛮好啊。啊，那你遐租地其实即马吼，因为我知道学区的关系，我相信咱即马吼，南蛮好啊，真侪这头人差不多拢带出来新马地区啊啦。有的就全家囡仔都拢查出来，那你将来在那边就会形成一个中空吼，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要怎么样的处置？因为教育处这边这个部分，因为这个偏远的这个学校的问题啊，可能要有一个非常细致的单位。那国教辅导团他现在大概是专心辅导那个课程，教育处这边要有一个专门的
组别来处理，否则因切割以后，这个工作哈，大概没有一个科长可以完全推动好推动这个事情，所以我看到他们机制上的不足，我想这个部分再请吴处长你们再去做做比较好的准备。那这样的话，我这边大概会请财政也好，或者是相关部门啊，能够进入这个小组来帮忙。那这样的话，那个推动就会比较顺利一点了哈。所以这个我们现在因应这样的一个那个状况，如果说我们翻开教育预算哈，建南管的预算超过40%，但是人事成本大概占了那么高，那你在这个部分，我们只能从人事成本去节省，把多余的资源能够去投入在教学品质上面。所以这个并校是势在必行的，但是方法要用对。那同时地方也要帮忙，好，这是我们对并校的问题。好，好，感谢馆长这样简单详细答复哈。啊，过时我想请教馆长一件代志哈。咱中头有咧讨论着讲，所讲啊哈，现主席唔到四方院有承租经过遐个环境，要发展相关的即个航运等等遐行业吼。你使啊讲下骹，迄块地甲整个所讲内底整个运用的一个计划吼，咱有当时做一个明确定案，会当互地方上做一个充分了解，包括渔会变来做一个配合，公所变来配合，是毋是有啊？我到你短短时间内，甲咱顺安驿站即个连接度的部分，我都讲，互咱所对面会当真清楚了解咱观众未来要推动的方向。可以，我应该伫问的是，咱原来苏南驿站另外是一个所讲的转型计划了哈。本来是分开的哈，即马这个部分大概是融入在一起。那呢，苏南驿站伫南门外这站，因为这个进前他苏澳港还没招商，所以我们大概是个别要坐在山边这边哈，就是宜山路这个山边这边。那现在呢，因为他已经招商成功，哦。那配合那个他营运的这个厂商，要在那边做一个服务区。那我们觉得这个公车的转运应该跟港区的转运可以变成合一，所以苏南驿站的这个部分很自然的，我们就希望推这样推进。那这样原来宜山路这地本来是污水处理厂嘛哈，那现在大家有一个共识，希望移到那个青龙潭那个用地上面，起码这块地大概咱嘛希望配合所讲的交相。当然，迄个部分，我现在请建设处啊去那个推估那个交通的冲击哈。拿一目前来看，因为你起码那里一拍哦，第一拍卖市场要改建，那个交易站希望把它移出来，所以迄个所在应该是有一部分通啊做交易站的用地哦。兼哦，这个旅服区哦，停车也是这个服务区的相关的功能了哈。这个部分我们会尽快请那个建设处哦，建设处跟公里处这边把它那个探讨出来。那当然，现在我知道渔会有一个案子，希望我们来推荐哈。咱两个人推荐，咱就变成要有证据嘛。唔刚到时遐像你讲的啊，迄、那个店内去变做塌车塌地啊，唔是塌地摊内底啊，后摆就真严重啊哈。所以。我们这个事情是做得比较谨慎一点，但是方向不会变了，方向不会变。好，感谢馆长，这段时间大家休困。哦，那个，馆长啊，拄啊那个，国家经济院有在问的这个吼，那环保的代志啊，吼，我也希望讲咱不要小看它了，吼，的确吼，规个新马地区啦，饲鸡嘛好啦，吼。也一挂工厂哦，实在是非常非常严重。我想讲这个哦，应该要怎么样来慎重把它处理，要不然哦，咱的面面来料的，咱的嘛好山好水啊，一挂遐台北人来，但是嘛，网络今仔我阁接到一份哦，都是伫向以前的县长求救啊。啊，我讲你该求伊哪有效？这嘛不是你做馆长啊？你讲啊，做啊，咱这个环境安怎？其实拢台北的宜兰人。哦，这个部分我希望讲馆长啊，会当看安怎来改斗三工吼、哦。因为环境上介好，大家拢对咱的评价足高，啊嘛非常的向往吼、哦。
另外就是讲，这个海上的这个休闲活动这部分哦，到目前为止啊，我嘛已经争取十几年吼，希望还有一个专用的一关那个娱乐码头吼，这个部分来当赶紧来做。哦，嘛对咱的南澳五千国的交通，我个副馆长嘛讲真侪变过，哦，这个部分看当安那来做，啊，结果咱的农业处啊，啊，甲工商旅游处啊，到目前为止，赶快没有提半字出来，哦，所以讲这点吼，团队爱真强，主管真勇，但是团队嘛爱配合起来，哦，我希望讲这个部分啊，是咱大家共同的要求，哈。好，我们现在哈继续要由那个薛成宇议员，但是我们现在先休息十分钟哈，然后给薛成宇议员去整理一下，然后我们就由薛议员来咨询休息。
好，啊，各位列席的局处长、还有县长、副县长，还有秘书长，请列席报告台。资源好了没有 ？OK。好，现在我们邀请谢成义议员开始质询。谢谢主席，不好意思哈、哦，刚刚的准备还不够充足，所以花了一点时间。那首先先感谢县长、副县长，我们所有的局处室的同仁，然后在场所有的同仁，大家午安，大家好。针对我们今天的质询，有几个议题想跟县长讨论，也想跟我们所有局处室的同仁讨论。那首先想要先去讨论的第一件事情是有关我们的空气污染的议题。那我相信这一题其实在今天的质询里面，县长应该都被问得很烦也很腻了。那太多人在问有关我们地方的空污状况，那甚至于这几天还有刚刚讲到，今天大家也不断讲到的报道者或者是其他像西新闻的相关的报道跟讨论。不过这件事情因为它真的很重要，所以我们可能不只是说三次，我们会说很多很多次。所以也在我这一次里面也想跟县长讨论一下，究竟我们现在的空污遇到什么困难，以及民众到底怎么看。那尤其是有关西新闻那篇报道，县长去阐述的县府的立场以及意见跟想法，我在这边第一线其实也听到很多不一样的感受跟状况，那也在这边去提出给县长还有我们所有的府会同仁一起去听。我们先看一些照片就好。这些照片只是这一个月以来，这一个月几位民众拍下来的情况，只是这一个月，最近的这一个月，从早上到晚上，下雨天凌晨，无时无刻，我们东山苏澳整个西南靠近工业的地方都是长这个样子。说实在的，其实民众并不知道他有可能暴露在什么样的危险之下，这些资讯我们其实不了解。即便大家开始尝试要了解，但了解到之后是更多的无力感，才更发觉到我们现在的法令制度以及政府的政策很有可能其实都还没有的努力足够让我们有一些更好的保障，以及让我们有更多的知情。这是在东山的水泥厂，很漂亮的田野，但是旁边就树立着我们这栋水泥厂。其实很奇怪的事情是，我们的宜兰并不是工业城，我们在台湾当空气污染的议题被讨论的时候，去想到空气污染，大家不会去想到宜花东。那甚至有紫爆状况的时候，我们也很少。空气的品质状况来说，其实都普遍来说都是还好的。但是境内，我们都一直都知道，这也是在不同的居住室工作报告的时候，我们去讨论过了。全台湾常态性操作的水泥厂剩七家，有四间在我们宜兰。这四家宜兰跟我们附近的龙德、立泽的工业区，通通都集中在我们西南，尤其是东山跟苏澳的附近。整体来说，宜兰的空气品质其实可能很好，很不错。但县长，真的，在东山跟苏澳的空气品质是真的很不好。我们可以看到的事情是，这四间水泥厂几乎每一天都违规超标。超标的天数以一年来看的话，台泥有340天，幸福水泥有315天，信大水泥有294天，润泰水泥有209天。2016年情况更加的恶化了，就是今年更加恶化。我们从1月1日到5月12日，总共133天，
台泥它只有五天没有超标，幸福呢只有十天。看到这样的数据，其实我们真的很担心也很害怕。难道真的没有影响吗？难道我们能做的真的只有这一些吗？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报道者去之前做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到是光不透光率的空污指标，台泥就只有25天零违规，只有25天，其他的天数都是违规的。那这些违规到底对民众的身体健康有没有什么样影响？那对我们的先不讲很多的层次，先讲他在违规这件事情是标准不够严格，我们去把它加严了很好。可是这个加严的标准跟我们的身体健康的关系是什么？跟我们实际上不会闻到臭异味的关系是什么？其实民众不知道，民众只知道我住在东山，我住在苏澳就是很臭，整天就是看到那些黑烟，整天就是看到那些乌云，整天就是看到只要下雨的时候，天气不好的时候，他们排得更凶更厉害。这是最第一线真实的感受跟事情。我今天听到有其他的人或其他的民代表去讲到说，东山普遍并不觉得空气不好，我听了我非常的生气。我自己在东山长大，即便我不是住到靠近东山市区那一带的人，我都感觉得到我往那个地方去的时候的空气跟那个地方的地景状况确实不一样。已经很多年了，生态绿洲的建立也期待可以透过一个制高点去看到南洋地景的变化，而且这个南洋地景的变化跟我们经济政治环境都非常的有关系。我今天先不跟县长谈我们生态绿洲未来的环境教育的推动是不是真的能够呈现这一点，但至少光是我们在环境教育上都已经开始要去凸显跟讨论这一点了。但我们除了好，也许没有双手一摊，我们双手一伸说我们加严那个标准，我们尽力来去闻臭来去做到，但多少年了，这几十年来，然后到今天有一群进来的家长发起跟在地的居民一起去讨论这件事的时候，还被讲到说是一群外地的人不懂地方发生什么事，还被讲说是一群外地的人不喜欢宜兰就离开，宜兰的空气明明很好，被这样的指责，我相信是没有任何公民愿意被这样子去讲的。而且我们也好奇，为何最常违规超牌的都是水泥厂，而且他们为什么总是这么臭？事实上其实有很多的居民都不知道，这也是我觉得县府光是资讯公开就可以第一个做到的事情。其实这些水泥厂有很多它的也是经营的废弃物，事业废弃物的处理，烧污泥、煤灰等等等，基本上我们的水泥厂也像焚化炉一样的存在在那里。这件事情民众知道吗？其实有很多民众可能都不知道。那它这样子的燃烧是不是会有影响？我们怎么样去加以制定一些相关的法令或制度来制约它，或是来改变它？我们目前也都还没有看到。这可以看到的事情是，这各大水泥厂里面，它光是事业废弃物清单就有这一些。那很有可能有的时候，它进场的这些事业废弃物的成分或是组成，我们其实又很复杂，也不清楚。我相信环保局很无力，环保局也很辛苦。可是对民众而言，光是要一个还回一个呼吸权这件事情，大家就需要做这么多功课，但是越做越多功课，越感觉到无奈，说这些功课、制度、法令、产业的调整、未来的发展，不都是我们县府应该做的吗？但很可惜的，过去这几十年来我们看不到，好不容易在今年度开始有了一些讨论，大家想跳进去跟着我们县府一起卷起袖子做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还在互相的指责说民众不懂县府的辛苦，县府不照顾民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惜也很遗憾的事情。所以其实我觉得光是，我不知道现场的其他人是不是知道这件事情，光是宜兰的这四间水泥厂他都会去收这样废弃物，而且其他三家都叫做再利用的机构，为什么他们要收废弃物？也跟因为我们的水泥业其实大部分水泥都是外销有关，那这些水泥外销以外，他可能它必须烧也才能外销，或等等，有很多相关在产业界的相扣合的在一起的事情。这些相扣合在一起的事情，我们有办法突破吗？我们有尝试去突破吗？这个我们都很怀疑。换句话说，这些水泥厂他们其实在烧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不需要拿废弃物执照，他们的焚化设备只要经过中央环保署的审核，顶多地方政府有没有回收废弃物的设备就 OK 了。那即便这不是
地方政府的权责，我知道在空气污染跟水泥厂部分有很多跟中央有关的权责跟互动，但县长，我们等着等着也等到520了，我们真的没有更积极的做法，甚至从地方到去建请中央做一些修正跟改变吗？这是自由时报的报道，近五年肺癌成长率新北市16%最高。那这些事情，这些报道，其实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信息，还有很多地方，其实只要空气污染存在，它就跟居民的健康非常具有关系跟影响。我不知道县长对于，我知道县长对新新闻下的标题非常的不满，对新闻里面的一些论述过于情绪性或不够主观、比较客观的描述都不满。但县长，事实上，我们东山的空气就真的不好，这是事实，它真的不好。就算今天没有这篇新闻报道，也要恳请您去听到我们东山的空气，住在那边的人真的觉得不好，跟黄伦还有其他地方的居民。这些矿场除了造成空气污染之外，大概今天也被说到快烂掉的描述，包含我们的山头山林被怎么挖成这副德性，这个大概我们都知道了。这样的产业在这个地方对健康对环境有这么多的影响，我们真的很好奇，难道不能够有其他的对策吗？我们也知道县府已经提出了一个新的办法，要即将要上路了，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更积极的去思考，在我们如果要在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空间跟时间的进程之下，这个一定的空间跟时间已经很久了，空气污染跟水泥厂的问题一定也不是今年才开始谈了，从该年次就开始，不知道几十年前就开始去谈这件事，因为经济的关系，我们不断的在做一些妥协跟调整，调整到现在，难道我们不能有更积极的作为吗？况且我们今天都没有听到县政府这边针对我们的这些产业比较有主张的部分是什么，是不是敢向一般的公民？当然，一般的公民，因为他没有在政治或是在整个施政的脉络上理解，但一般的公民就会诉求说，我们不要这样的产业。那即便我们县长不能够这样诉说，但是难道县长对这些产业、这些对环境、对健康这么有影响性的产业，我们没有任何的主张吗？我们没有长远的规划，我们没有去想象应该去积极做的事吗？除了制定这个制度之外，这是东山老街，在东山住着很多很好的人，很棒的人，我们有很好的居住的空间，我们很喜欢这个地方，这里有很多的孩子，我们甚至有百岁的人类，我们有很棒的稻田，但远方就是工业区，就是大烟囱，这就是现在的东山，已经大概不知道几十年了，都还是这个样子，但这些人还是选择住在这里，而且想要希望这个地方改变。尤其这个慈心华德福，我很不希望被划分作那篇报道在讲的是一个外地人不了解在地人意见跟感受，或不了解我们的市政脉络而被评比掉的一个报道。慈心华德福的社群即便跟在地不一样，但他到了宜兰，他落地生根，他就是因为喜欢这块土地，他也是宜兰人。只要是宜兰人都有权利对我们的环境做出我们想要的主张，只要是宜兰人都有权利针对我们的健康有一定的诉求。县长，请问究竟针对这些事情我们可以有什么更积极的做法？尤其针对这些产业，请问您的主张是什么？我们县府团队的主张是什么？是不是请县长简单的答复我？谢谢。好，县长请慎重答复。百位主席林副议长感谢谢议员的指导。咱对宜兰县环境永续，这是咱基本的价值，我们这种标准是绝对不会退让。产业发展，从我第一任讲幸福立县的时候，我们也特别提到了，我们在这种后工业时代，我们是拒绝污染性的产业进驻。当然现在存在地方已久这些传统工业传统产业，我们要辅导它慢慢转型，当然这个转型需要一些这个策略跟方法，还有一些时间的齁。所以现在我们应该这么想，
宜兰县的产业结构你马上要调。那我们现在这些工矿业我们大概会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我们过去的这种最近大家也比较知道，原来矿区大概都不用经过县政府，因为矿区几乎都是在保安林地里面，然后直接就向中央跟这个矿务局申请。那我们现在对于这种产业促进呢，如果说我们这些早期用我们的环境跟这个空气或者是相关的这种公共化的这个环境成本去换取这些经济的那个效益，其实我们这个阶段应该是要试着反转过来哈。所以我们希望从几个部分来做了哈。第一个，当然加严标准只是希望把这种污染防治的这个设备跟标准，我们先立一个标准在那边，让所有的产业包括传统产业他们知道我们的标准在哪里。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现在对于这种已经在进行开发利用的这些污染性的这个产业，它也造成环境的负担，我们觉得我们现在要来跟中央对话。我觉得这篇报道是应该它是一部分是要回应给现在新任的环保署长。各位也看到那个李署长现在已经宣布在国家公园应该先来禁止这种矿业的开发。那我们现在希望进一步的对于这些保安林地，因为宜兰县的流域治理其实我们花了很多钱在这个中下游，那如果上游没有把它保护好，其实我们永远都是在花钱去做这个叫做复建工程，那对宜兰县的整体一定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永续利用。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一次的这个经验当中，其实我们不能接受的是它的标题跟它的结论说闻到臭味就是宜兰到了这个是我们不能接受的那当然现在现况我们必须要去面对。你刚刚提到的这个现在中央标准的透光率啦，或者是这些易散的这些相关化学物质的标准，我们现在的加严标准是第一个阶段。那对于这些传统产业的转型我们希望导进监视。那当然将来中央的政策方针在目前这个阶段虽然提出了五大新兴产业，但是现在面临这个 GDP 也面临就业这个状况，所以我们在现阶段大概应该要坐下来好好谈一谈。不过对于你提到现在住在当地的居民的感受，因为我们从几个畜牧场污染的这个情况我们已经有那样的经验了，所以这些机制我们会慢慢再把它这个修正过来。那其实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第一线那我请我们陈局长这边要去整合现在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稽查管理跟辅导的这个策略上面，是不是哪些还有不足的地方。那其实你看刚刚那些照片随时那个气压有状况马上就会有人回馈到我的那个平台上面，也会马上有报案电话到了那个环保局。但是呢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四大水泥厂，我们在看到这个数据有异常的时候，我们就警觉到如果让他们有这种叫做灰色地带，他企业一定是利用这个灰色地带常常在操作。那至于说如果说影响环境因子在相关的操作许可上面，我们现在请环保局在做全面的这个检讨，哪一些我们应该提出更积极的这个主张，要求中央在源头就应该来把它关起来。那我相信李署长现在已经知道了，他现在连废五金都能够先在他上任第一件事情就禁止废五金的进入，那将来这种高科技的这些废弃物或者相关的产业废弃物，我觉得过去政府大概都受到产业的要求以 cost down 的这种观念在做这样的处理，我觉得我们都开始要面对这样的环境跟社会的成本，来重新要求中央来审慎的面对。
是，好，谢谢县长。所以在这边我也建议几件事情，针对我们现在空屋，我觉得比较及时我们应该去处理的几件事。因为刚刚也问到了县长了，我们对产业的主张是什么？显然我们已经发现到这个产业对健康、对环境都有影响的话，我们的主张是什么？县长有简单的答复一些，在这边县府的做法，以及对中央的期待，以及中央可能做的事。那我这边也建议几件事情，也许是我们地方到中央都可以一起去做的事情，包含现在这些水泥厂。刚刚讲到这长泰县七家，其实七家里面，花莲的那三家设备还算相对新，我们宜兰这些厂区的设备都很旧，旧的设备跟旧的制程状况之下，它很有可能去产出的有毒物质或去处理废弃物什么的，都相对会更多。是不是请我们的县府这边可以更多的去有一些积极的，我不确定是辅导的专案，还是是有什么监督的方式，来去要求这些厂商去修正这些设备，或是改善这些设备，甚至于。如果说在商业上根本不敷成本的话，那个退场的机制是什么？其实应该也要开始出来，早就该出来了啦。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再等下去了。到底这些产业它最后，如果我们最后的目标的确是希望这样的产业可以不要再在这边继续的影响环境跟健康的话，除非我们有办法改变这个产业的形态，不会影响健康，不会影响环境，否则我们最终目标一定是希望这样的产业可以移出或退场。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开始尽速的去讨论这些产业退场的机制是什么？甚至我们应该要更勇敢的说，我们就是希望这些产业能够退场。如果真的要还给宜兰一个干净的地方土地，我们宜兰县的县政最常讲到的无烟囱工业，东山好希望我们真的也可以看到无烟囱工业哦，不论是观光业还是农业。所以请我们的县长跟我们县府的团队共同去思考这件事情，在不同的角度上，因为这件事情绝对不是这个厂区关掉这么简单，不只是环境这么简单的事情，它可能在教育上可能要着手，它在工程上可能有些事情需要着手，它在都市的规划或者是未来国土开发上也需要着手，它在可能劳工方面或者是里面很多的事情可能都需要着手。这件事情是我们县府所有的团队的所有伙伴都应该要及时即刻的来去面对跟处理的事，在这边也请县长能够正视这个议题。那另外也请不要怀疑过我们的县民对县政的支持跟对县政的期待。其实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在这一次事件里面，我看到一件我相对觉得很无奈的一件事，就是因为我们宜兰县政府做得很好，我们宜兰县政府做得很好，所以大家不是很敢指责宜兰县政府。一旦被指责宜兰县政府的时候，就会变得好像我们不太乖，或是我们是敌对，或是我们有什么操作跟意图。可是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因为宜兰县政府太好了，所以使得我们的公民能量很低。当公民真的酝酿了一些事情要做的时候，甚至我觉得很感动，是我们公民不断的在跟县政府对话跟搭配，如何的去推动这些事。可是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事件，然后就被化解掉了很有可能的政府跟民间的合作跟对话。绿色执政跟宜兰经验都是很棒的事情，可是现在宜兰面对的课题，正是我们需要放下宜兰经验这个光环才能够面对跟处理的事。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放下这些光环跟经验跟记忆的话，我们面对更多的课题，我们只是真的越来越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在这边也提醒县长，也恳请县长还有我们所有的团队，面对像这样的课题的时候，更多的去思考怎么样的是与民合作跟对话，然后我们一定要决心的有主张的去处理这些议题跟事。既然我最后一张照片放了慈心华德福，我也跟县长谈谈有关慈心校园空间不足的问题跟相对的议题，不论是增班、借空间、新校舍、校区，还是实验教育的未来等等的事。慈心什么时候在开始征班的呢？这个县长一定很清楚，我们的处长也很清楚。慈心在征班指的是一年级的部分。2014年，慈心首度一年级征了一个班，成为四个班级。那他那个时候2到5年级是三个班，6年级2个班，国中2个班。那当时其实学校就已经看出了很多的隐忧，就是学校未来校舍空间绝对不足，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我们今年增班的，明年万一又有增班的压力的话，我们校舍是绝对不足的。尤其你可以看到的事情是，国中跟6年级
都是两个班的情形之下，即现在的二到五年级往上推，往上的班级需要空间也会更多。所以其实很早的时候，在这一年，我们学校就已经提出了，我们是不是要赶快的去为慈心的空间做些准备。所以当时有允诺说，我们会尽速的去签合相关新校舍建的设计的计划，甚至于经费，那会去另觅第二校地等等的相关办法。好，讲得很棒。那我们到2015年发生是不是呢？2015年又一样的，大家要开始起命啊，好希望慈心增班，慈心教育很棒，好多人想要移入宜兰。好，那我们一年级还是增了一个班，把本来可能需要用的那个空间先去用了。这个空间是谁呢？这个空间是本来的现在六年级，在明年度，也就是现在，因为2015嘛，今年度入升学以后的国中会变三个班级，所以他把这个空间先释放给了去年要增加的这个一年级。但去年的时候，去年的这一场协调我有参与，这次的参与其实我就已经觉得非常的矛盾跟犹豫了。虽然我很关心那些进不来的家长，我也觉得他能够让这样的好的教育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是好事，但是我们明明就看到校园空间的不足，又会吃掉明年校园空间，那迟迟没有去签合或是办理真正的去新增空间的办法，那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是我很担忧的。更何况本来的空余空间还是运挪出来的，那这些运挪出来的空间也导致慈心现在校园里面它在教育上设备上都产生了很多空间不足所带来衍生的问题，包含安全问题，包含教学品质的问题，有很多的问题在前年甚至去年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显著。这个时候呢，学校就表示真的没有教室，真的会爆炸，我们一定要快速的签合。那我们的这边也允诺说会尽速的去签合新校舍的新建，甚至于找到新的地方，就再一次的去这样讲。那2016年的，也就是现在，我们慈心的校舍要盖了吗？还没。我们慈心要再另觅新校地了吗？好像还没找到。我知道受限于一些都市空间以及相关办法等等，我知道有这些困难，但还是没有。但我们今年却还是坚持要增加这个班级。好，我们就不要再去算几个班了，总之空间就是不足了。那我们要怎么增班？空间不足的情形之下，就发生了前阵子的状况。我们教育处希望去商借其他学校的空间，来让慈心的校舍可以暂时使用。你可以看到的事情，这是慈心2014年度，平均每位学生使用校地的面积。慈心的高中部平均下来，每个学生只有17.9平方米，国中部37.7平方米。我们如果可以看到其他的国中小，你看人文内层都有70到100不等，就算是比较体制内学校学生多一点，可能有46，东山国中生有80。那其他的实验的慈心华德福的学校攀下来有60到90，总之呢，全国平均其实有63、64，全国的国小的平均有64，国中有52，全国高中至少也还有到39，也就是40。你可以看到慈心的校地，每个学生平均的那个校地的面积是很少很少的，就是大大的压迫学生的受教的状况跟学习的安全度的。那没关系，没关系啊，我们去借，刚好也可以讨论少子化情形之下闲置教室的议题。的确，在教育上，我们的确遇到这件事情。往往我也很认同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县府系对于新建校舍或另觅校地这件事情是有所考量的。因为显然现在宜兰是少子化，少子化情形之下，我们不能够随便的去签合校舍的新建或者是校地的变更，因为这都很有可能，万一未来成为就是有压力的闲置空间。所以我也认同，刚好的确这个时候我们去讨论少子化下的闲置教室议题。好，但我们是被逼着得找到空间才去讨论跟去做到所谓少子化下闲置空间这件事情可以怎么样的充分利用。第一个，也许借给其他要增班的学校，对不对？就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发生了我们在这样仓促的协调之下，以及这样的操作之下，我们造成了其他学校的反弹。那当然学校的部分，它在空间上的规划上的确是还有余裕空间可以使用的。这件事情我也跟教育处长谈过不下几次了，24个班级里面只需要6个专科教室，16间，他们某种程度其实可以腾出听起来至少5、6间以上的教室。慈心只借五间，而且这5间就借这2到3年，因为
我们县政府今年又允诺一定会赶快把校舍盖起来，虽然去年跟前年都允诺没有盖，但我们今年相信它要盖起来的话，好，所以我们只借两到三年。可是县长、处长，在教育上可以这样子做吗？这我不是很肯定。可以像财产一样，我跟你借一间房间睡，明天我们挤一下两间，明天我们后年挤一下两间，是可以这样子做的吗？我不是很确定。这样的借教室没有更多需要去考量的事情吗？从孩子的学习状况到不同的学制内，他的学制对校区跟校园的需求。先讲东山国小的忧虑，即便您说东山国小会害怕或担心说不同的学制或者是不同的学习方式会造成校园学习的冲击，当然你也可以解释是这是不同的教学的文化的交流，其实说不定是很好的契机。那好，再来，若又说那校园的闲置空间，这些闲置空间你刚刚说了说有这些空间可能我们教育处说了有这些空间可能可以做协调，但是这些可能协调的空间难道东山国小真的没在用吗？就算不是充分利用，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讨论过学校在教学上是不是也有真的非体制内有不同的操作，那怎么逐步的把这些空间释放出来？要讲到不同的学制的交流，难道也不需要时间去讨论跟了解，再有可能这样把它搬迁进去吗？一切都过于仓促。所以我想要讲一件很根本的事情是，我们在教育的分配跟操作上完全就做错事情，甚至于不应该讲分配跟操作。我不觉得教育是可以这么做的事。慈心华德福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好今年的一年级要做三个班级，他们也不断的跟学校老校长以及要进到学校新校长允诺说，我们就是这三个班级，我们就是这三个班级，因为学校真的没有空间再去这样做，也没有足够的师资，我们没有时间再这样子做。第一线的慈心的老师们的感受是什么您知道吗？他们说他们现在已经不知道自己在教什么了，空间不足，学生很危险，然后课都很赶，然后都没有相对应应该要有的教学的品质跟内容。他们在想的是，我们是被处罚吗？我们太红了所以被处罚吗？我们的教学团队甚至出现了这样子的害怕跟质疑的声音，甚至家长也是。所以现在我想说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的教育不是商品。虽然慈心华德福在东山在宜兰打了一个很棒很响亮的名字，很备受欢迎，甚至这个社群它也对这个地方有一些很正面的影响，但教育毕竟不是商品，它不应该因为有很多的人需要或想要，我就想办法把商品生出来卖给你。我们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去操作或是去做它。所以我还是很想要问县长或者说我们处长，我们真的要争这第四班吗？争这个第四班不是不可以，长远来看的确慈心也是要规划成是第四班，但是在现在种种的条件跟困难以及我们没有去善尽应该要做好的沟通协调跟相关配套之下，我们真的要去增加这第四班吗？第四班真的候补可以进来的家长也充满了压力，他们觉得自己好像罪人，他们从来就不希望慈心发生这种事，不希望这个社群发生这种事。我们真的要去增加这第四班吗？县长是不是可以简单的答复我？好，县长请答复。大会主席，林副议长，我想要请教薛议员，就我上任以后面对慈心华德福，大概我都尊重他们这个自主上面的这种这个推展计划，增班大概都是他们主动来跟我争取。我现在听过一半，包括变奏跟他好像是教育处怎么压着他要争一班，这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还是我们请教一下教育处处长要不要说明一下？因为是我们增加一班就要增加成本呢。是，所以宜兰管建物那我可能我会下一个决策说要叫他争几班。是，从我上任到现在，他们两班变三班起，套位就只能搞到结束，我们才勉为其难呢。这把公规报我跟他们说管建物这里压着他要争一班，有这种事情吗？能不能告诉我们这是什么一回事情？好，处长请答复。教育处的一个回答的一个情况是这个样子。其实就如同薛议员所说的，103年的时候
这所学校它的一年级就是四班，那104年的时候，它也是四班。那如果假如就我们的一般的现有学校的一个状况而言，那除非是它的学生数是不足的一个状况之下，它当然会有自然减班的一个情形。就像我们立行国小，它现在一年级大概剩下一班而已。好，处长，谢谢您之前跟我讲过了。因为就是他之前都是四班，所以就一样在安排四班。除了这个以外，还没有别的。另外的一个部分，我当然是要回归到我们所谓的宪法的一个层次的一个部分。国民教育的是人民的权利与义务。是。那他既然是人民的法，宪法上的一个权利，那政府当然要呼应人民在宪法上的一个权利。那因此我个人的一个解读是，它是维持原有的一个四班的一个机制，而不是增班。当然，另外的一个部分，我必须承认一件事情，就是去年的11、12月间，我个人在批阅公文的过程当中是有不恰当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他学校报来希望三班的部分，我当时是批公文上面是同意他三班，但是今年在学生入学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必须要这样子讲，学生的一个宪法上的一个教育权，我必须要尊重，必须要维护。好，谢谢处长。是，所以我请教一下县长，或是请教一下我们处长吼，比较不好意思，也许我们的确来龙去脉上不知道，那到底怎么回事？到底为什么要增至第四班？那没关系，那我们不是要去就责，其实我也不希望就责，因为我也相信我们县府团队，尤其县长的能力，在这件事情上其实一定会有更好的见解或更好的做法。所以最后简单的请教，如果说在今天我们已经看到在学校甚至学校内跟学校外的所有社群遇到了这么多的问题，它甚至成了议题，那我们针对于要不要真的第四班这件事，是不是有可能去决定不要真的第四班，先缓一缓，有时候慢慢来，可能我们还比较快，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是不是请处长还是县长回答？好，请答复。我先做这样的回应了哈，刚刚文处长讲的那个保障，应该是学区里面让他通通有入学的机会。那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资讯上我不晓得了哈，是不是这些那个在学区里面已经有这些学生数一定要进到包括慈心，包括这个东山国小，我们应该先把它厘清了哈。那个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因为过去家长排队他要排不到他就放弃了嘛哈。那这个是跟原来学区里面我一定要满足国民教育的这种额度。哦，这是应该是两件事情嘛，哈、哦。那文处长这个，那个他们迁来的这个部分，如果说我们清查一下，也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时间上的要求，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给第四班？哦，我不晓得了，哈、哦。就说是那个都是少子女化嘛，那在慈心的学区，一定是外面移进来的吧？是不是？我用一个比较简单逻辑，应该是这样推。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不晓得刚刚那个文处长讲的，你在之前已经答应他们三班，这个资讯是已经发布出去了吗？那个部分是他们正式来公文，我们也正式以公文回复。什么时候的事情？去年大概11、12月的间。所以是三班，那个时候你已经跟他做这样的一个确认。是的。那现在四班是什么时候你在要求？四班是，如果假如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5月初。那这样的话，你是不是会有很大的问题？因为你这个冲突就在这边，对，会有很大的压力。好，因为如果说，因为慈心的家长，他来源跟一般在地的这个状况不大一样了，哈。是。所以我们应该是把这个校舍不够的这个问题，好，要把它当成是主要的课题，好，让他去说服，哈。因为老实讲，现在学校大部分的学校是收不到足够的学生，是担忧的。是，应该也很少说排队在门口，然后不让他进来。好，那所以这种说法上面呢、
我希望那个文处长去盘点。好，就说在这个谢谢那个刚刚薛议员在谈的这个过程，其实讲真的，我们当时在包括要给他高中部啊，大概都已经提醒他在学校校舍上面我们的困境是什么。所以基本上这个问题应该是可以再后续再去讨论谈一谈。好，县长谢谢。那最后我其实今天准备了三个议题，那当然不好意思，我自己时间的掌控上不够好，所以没有办法讲到最后一个议题。不过我最快的来去讲这件事，因为前面都是脉络这件事情，我相信消息是立从化要自办还是公办这件事情已经吵很久了。那我只是想提醒一件事情是，公办或自办牵涉的是土地开发利益，它会归公或归私的社会争议的问题。那自办跟公办各有各的优弊，可是我们如果根据平均地权的条第58条来看的话，诠释下来，竟然发现到说，不是政府不办的才有民间自办的讨论空间，而是不能去讨论所谓的优劣问题，而应该是政府要不要办的问题。所以自办私立开发其实有很多争议，包含地主参与性不足，包含我们从化团队缺乏公信力，包含公部门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包含我们找不到负责的单位。对不起，我最后一分钟就好。遇到很多的状况跟问题，自办的市地重划，因为牵涉庞大的利益，所以会遇到很多的状况。往往在这种自办的情形之下，地方老树、农田、古迹都在这些压力之下是被牺牲的对象。所以不好意思，因为真的时间我掌控的不好，但是最后的来跟县长提醒这件事情跟议题，本席在这边的主张是我们应该还是要去公办我们的市地重划，因为你可以看到事情是在这当中的利益其实很庞大。那甚至于其实透过自办，如果我们有效妥善的自办，它甚至可以挹注我们的公库，解决我们县政的困难。我们也要去思考一件事情，我们是究竟要把礁溪形塑成一个什么样的样貌，这件事情应该要主张的是我们的县府，也希望是县府可以去保护跟捍卫我们的土地以及我们人民的权利以及我们的未来城乡风貌。那谢谢，不好意思耽误很多时间，谢谢大家。好，感谢薛成议员真用心哦，收集了很多的资料，希望县长能够尽量在这个资料上来做琢磨齁，怎么把它处理好。继续我们邀请我们的张议长。先谈40分钟好。跟那个林希明议员联合了先恭喜的问了齁。好，开始。还有我们县长林县长我们的副县长秘书长各级处及各位同仁大家好。我刚才聆听了很久，我们的何东人四小姐确实议员确实真用功，谢了谢了，恭喜查书了实际上这些聆听今年的东西在轰动的时坐在主席台坐13年，现在就在这里，我就是人生一个旅程，风风烈烈也做过议长。但是我今天是引用一个成功的意义，这几天的事情让馆长了解一下，再来质询。我是说连你谢小姐你来爱我去照你，你真丰富啦，我是也没当吹。他在说我们所有，我是说馆长咱两个互相大家免骂啦，咱莫讲做错代志，咱就甲咱怪东怪西，讲咱拢不管繁华啦啥，不管好，咱个下来，你最后两年通，一定爱提出咱家己对的代志去做，敢袂使去做回繁华了？同款啦。我讲即个刚发生的代志，咱们乡议员提一张签。民宿16间遐民宿，包括尤尚德议员，我提出来，我这个案个了解了后，恁内底有16间，要过来请，拢过了，你著规定300字、300字都拢过了啊，过啥？过一个就是讲，你4间、5间去，已经就去讲诉讼过啊，
啊，这案你竟然拢消死案啦！以我四十几年的政治，我看看这都唔好去来制造是非啊！我都无甲签啊！啊，我不欢喜啊，我歹咧。讲我甲你共班呢，我说爱笑。讲我是你的派，我唔甲签。啊，伊讲有道理啊！咱平平议员，咱来大家合作来争取权利来甲你拼。哎呀，我想唔对，这案都拢死案啦，咱来拼。哎，我有妹妹是甲歹歹，我点点啦。哎，嗰一时啊，我甲问阮陈龙喜议员啦，甲林雪梅议员，我这啊，咱做议员都知会签未签，你来甲签。林雪梅议员跟我讲咧，啊，我都无快，上吊叫我签，我就甲签啊。啊，而且是第二，第二，阮陈龙喜议员啊，甲你讲咧，哎，啊，来甲做制造气氛啦，和馆长甲议长去白都哦，去未收煞，甲签签哦，两个去冤家。嘿，啊，我转来甲想讲。啊，咱是我是真老实的，我是讲我的全顶就是讲这个未使签，啊，较误会讲咱两个共派，啊，即摆阿喜啊，咱陈宏议员讲，哎，这个甲修理来好去冤家，这你来未一定未好事嘛，这后摆你若唔敢甲准，搁准伊啊，啊，尾啊最后切好，啊，但是这是引发地啦，啊，过落来，我坐顶管当然啦，大家修理水泥厂，吼，啊，你水泥厂这四间水泥厂。台塑也好，因为观众较侪，咱立断嘛，卖讲啊，每一间水泥厂有送你课，送你课。水泥厂，那咱以台湾来讲起来，咱宜安县，你逐工，甲看咱的新闻，咱的迄个空气污染啊啥，咱宜安县啊全台湾上好，哦，你只要看逐工来听，啊，就是安尼，咱不满意，咱要过较好。啊，既然议会遮尼久拢有这个意见。应该馆长，你怎么耍？应该是爱是立断。你水泥厂都未使烧废弃物嘞，你都卖好烧嘛。你做水泥去做你的嘛，你卖搁体面的才烧嘛。啊，看啊，无你都甲改改讲烟筒去改家属吼。副馆长你做参考看啦，无规定每讲会遮尼济，带好身晒遮尼济，咱规气咱来甲照烧家属啊，烧油嘛，吼安尼改善咱阳光。哦，安尼都无这个煤，无碳啥。啊，咱但咱家县政府来制造是非，啊，当时来煤这水泥厂哦，我是讲唔好。啊，伊当时遮臭味，原因啊？你水泥厂去做你的路啊，你创啥去烧遐纸浆、烧遐有诶无，拢去用烧遐废弃物。啊，我请问县长，你若你即摆安尼甲下落去哦，即摆陈振兴局长啊？煞较怒伊，煞惊人惊遮特权俩，煞偷当拢去偷小米啊！馆长，副馆长啊，拢许无合法嘞，拢甲摕去做一项倒啦。爱臭味的啥拢是大家安尼啊！啊，你若甲规定卖好烧，你做一项你就卖烧嘛！馆长，你下令甲遮来，烟管器别提出来，你惊啥人？我都无你烧啦，你去烧煤嘛，无你烧油嘛，我米啊拢废弃物无你烧啊！安就无代志啊！我想讲七点来见副馆长，咱大家做参考看卖啦。啊，无你即马水泥厂特权啦，要甲你烧，你敢无烧无烧啊？啊，但是该知影，佮咱环保局长敢去挡一下，挡到遮来，伊若无法咧咧。即马毋是我的时代咧，即马新时代无可能互你挡着法咧。啊，你副馆长来用用去甲查，内底拢甲查，逐间甲查。废弃物，你提啥物啊？底下烧拢甲查，你带队嘛？就安尼来，都咱阳光空气都真好啊！爱断然，我是我馆长，我这个建议无过分啦。啊，你两年完啦，爱提出这勇气出来啦，该安那改，咱就代志改改。这建宁啊，这些，甲你一样啊。等到张建宁自家共款坐你车，才能定啊，无款啦，对哦。迄阵啊。你个两年多啊，要回去啊，对不对？还无还呐？那我是讲希望讲，咱啊，爱在宜安这块地啊，爱在台湾，尤其宜安县这块地，咱做上有效意义嘛，卖讲拖些西北地啊，啊时代啦换，明仔去听有记者的话，过来讲较激烈个，都是爱交代，啊当卖激烈，这引用。结论就是希望馆长有馆长的事，该做对就对，
该唔对唔对，违法你去告啊！那无要紧啦，那带些做违法，你搁较济咱也无啊！一定爱这水泥厂爱彻底解决，从今日起冒小害无无，你做水泥去做水泥，白个吊吊起来，大家来甲你娱乐啊！你卖甲烧，我大行人无你烧，安尼这个款啊，收款咯，副馆长去处理啦。啊！你今后阳光改变啦，无未变，好不好？我想我是这样给你建议啦，哈、啊，来，过来。你啥要烧？要烧？我你也无叫到，我不烧，我烧。啊，馆长哈，啊，副馆长、秘书长哈，各位组长哈，各位同仁，各位啊，管委会联络人啊，大家好哈。根据大都啊，议长所讲的哈，水泥厂哈，我有阵时啊，一般的人客来个宜兰哈。我是较无住东山啊，我咧住这边吼。我清在学了，阮宜兰拢好山好水，只有没好薪水啦吼。其他都污染，最近像污染遮大，我是较无了解啦吼。其他都啊听遮侪议员吼，早起也有听吼，遮侪议员在讲，我是感觉讲，到底最近像是受啥？我相信你拢知啊。咱环保局局长，你的能力遮好啊，对百姓看到恁敢咧惊敢咧呢？百姓都遮惊，议会议员只透一暝水泥厂，啊，你无也无紧，我都想无咧。到底出点子、出发点子到位啊？我今日去个到位啊，各国都好啊。人进步真紧啊，人这个水开发一群啊叫做进步啊，一群啊老者啊，咱是无共款啊，咱无共款。我是感觉探讨方，真正水泥厂是到底烧啥物货？啊，公开出来讲嘛，咱个环保局长你也出来讲，到底即摆拢烧啥？无那会臭，直接烧正常加速烧油，安那袂臭啊？敢若我清晨有在去想这想哦，这临时我才我看到水泥厂，想着本来我摕来，你来看吼、哦，这农产品啦吼，农产品啦吼，一第二、第三、第四代，菇尔、菇类尔，你看环保局这地爱摕去烧，这敢若卖二十八块，啊，这地烧起来成个什么款？决定进草啊！你讲环保局我咧质询啊，你对百姓是敢那对百姓敢那恶啊，敢那性质的，对，拢无用辅导的，无采讲管定讲信服于人，信服于人，痛服于人啦，信服于人，百姓看到你政管政府官都惊到死啊，对，我一直讲，对财团拢帮助，小看哦，你都用辅导的，你一届唔听，两届唔听，三届就来开单，合情合理啊。我去做民意代表，我听伊讲，我是做公德人，斗三工尔，我不贪不处啊，对哦。有滴啊，受了恁管政府的人，对哦。我听伊讲，馆长，你特别讲宜兰咧幸福，幸福都袂幸福啊，对哦。啊，即卖人讲干咧，哎，我即个看民进党诶议员拢去攻击恁，恁管政府的，对哦。我就讲很不对啦，较早听我上高面立国啊。什么？建地，陆地变建地，七楼变十一楼，变建设，变建设，阿斗，都落山了。我是讲讲真正爱探讨，叫你啊，你也起来讲，到底烧什么火啊？未使去冤家，甲你门面拍屁股拍一拍，大财团你拢个斗三工，大财团你拢斗三工，啊，细拢开，我拢来摕资料啊，较开的遐个人啊，反正啊，从威玉期透一日面面讲，低调，较早有诶。平仔头遐拢使写文书，写到尾啊，种拢未使写文书，拢写乌去。啊，你有开单，我甲调出资料拢无开单。普通我咧朋友，大家开单，我讲的拢就开单。可能我甲你较好，拢开单。啊，我讲的厝也拢拆，对无？啊，我即个看为拢即个无拆啊。啊，我是不便讲啦。做人一个原则，我想讲做人一个原则。我相信你馆长，你甲捌我也真侪年啊，自你食头路捌甲担。我想有阵时讲做馆长，你做着了，我感觉。我很无奈，很无感的。啊，恁管政官咧看到我爱理不理的，连爱讲都白讲。我有阵时想吼，即款的吼，社会无公理啦。我一直想，但是啊，即几天一直是想，管你嘛。你从农社安去扣税吼，我俄罗讲吼，迄个税捐处的副处长，带迄两三态度好，伊一直甲你解释，这是安那扣，安那扣，安那扣，态度好，佮拄到人佮一笑，对无？有诶，政府官员拄着我，即林耀元伊也做处长嘛。啊，你看恁管政府看到你拢歹甲你讲话，我甲林耀元讲你啊，搁再做处长做过，你看恁管政府态度是安怎？伊也歹信道理啊，对无？
你甲想啊，啊，阮议会只讲讲，啊，恁到尾啊不了了之啦，对不？处长啊，到底拢烧啥物啊？有毒啦，拢有毒的啦，局长啦，拢化学的，局长啊，到底烧啥？你讲一下，袂使讲你讲讲，无讲嘛。即马大家拢针对你。啊，多谢院长，啊，多谢林议员吼。迄、那个咱有四间水泥厂啦吼，四间水泥厂内底幸福吼，伫东河即个幸福，伊叫做处理厂啦吼。啊，其他这个只叫做一般的叫再利用厂啦吼。再利用厂伊一旦公告吼，收收这再利用的物件吼，啊是项目真济，迄种经济部迄落公布啦吼。所以就阮即马手头有诶资料内底吼，经济部伊同意像即种再利用厂吼，烧啥都好啦。是，我即马就是要讲啦吼。时间来占了。迄落第一叫做水洗稳定化灰啦吼，啊个燃煤灰啦吼，纸浆污泥啦吼，啊迄落氟化钙污泥，主要是即几种啦。好，你讲主要即几种，上超大种。看你知，看你用心啊！氟化钙是会溶剂的，氟化钙是会溶剂的，你爱记。迄啰，拢我咧讲，拢电子产业的流入迄油啦。不是啦吼，迄啰氟化钙吼，伊是伫污水处理内底。好啦，清楚啦，关掉啊。其实吼，你这拢会使定嘛。氟化钙是会溶剂。对哦，法律定的嘛。对哦，你歹好记，歹好记吧。敢农事人无去收钱，你就去收钱啊。法律会使定啊，对，我前日讲，人先进的国家，人是安发展遮紧，你也袂使讲，逐项拢无爱啊，对，逐项拢无爱无利啊，对，你爱照顾啊，要安来照顾，要安来辅导啊，敢若议员有在这讲，伊迄旧的嘛，烧出来污染真大嘛，叫改嘛，对，你爱叫改善嘛，这是我咧讲共款，你讲这宜兰就好啦，你讲继续安尼阁落去。宜蘭即摆讲生一年3000几个嘛，80年才28万尔嘞，28万你甲想啊，遮严重啊，剩28万，28万你搁伫看，市地中的都市计划、都市更新，哦遐济，啊你啊厝安尼一直创，搁中心文创有诶无诶，反正我甲你讲，我做议员哦，县政府我批评无一个人成功，我甲你讲，你讲龙潭湖计划就好啊。你看，即马起无半间厝啦，南门计划啦，食钱计划，你看，租借买遮，百姓甲你买一平38万，卖租借外，卖厂商诶卖11万，对哦，卖家乐18万，百姓甲你买38万，要囥遮用，对哦，恁阁有心讲要阁去哦、喔，去进书堂，管了，宜兰市无啥物发展。主力来宜兰市遐久啊，主力看遐久啊，75年，77年看到遐久啊。你来到宜兰市，我还过来记你77年来宜兰市遐久啊，对无？考完做甲科长，做甲馆长，我想袂到你做馆长，对无？啊，宜兰市有啥物进步？宜兰市无发布，无进步啊！啊，你即摆去大楼，阮百姓都会使起3.5楼，啊，你即摆大楼一直起啊！啊，你对阮宜兰市的整个。即生活品质变哪错？对，8米路啊，起大楼，起12楼，好啊，12米路起12楼，啊，这12楼真正起起来，这个人，这个生活出来，出出入入的，如果因家一台停车，因迄家伙两台，各两台停在别位啊，你拢无去探讨啊，都市中华一直看，一直看，对，啊，宜兰市、宜兰县强到要无人住啊。工商无发展，无头路，对哦。啊，你要哪错？你看宜兰市现住是要偌济，市中心要偌济无开发？你有安这想哦？你一直讲想哦，县政府咧市树地从化，一直要趁钱。啊，你市内呢？啊，你啷个放这遐远？啊，像我咧停车场较济，宜兰市无一个真正合法的停车场。即摆搞有一个宜兰大学较早是拢无人爱入的。拢无人入的，你看即马就停车真济啊！如果即个大楼阁互你起落了后，阮宜兰市停车要哪创？你用替我安尼想无？对无？无一个真正合法的停车场啊！我希望讲真正要一准一个案，我拢无反对，
我的感觉讲，阮本来就是爱去大楼啊。你看人先进国家，我去到韩国，五年无过了，哇，迄个是新都市，对无？恁无共款的，遐个起者，东一个西一个，你看，也毋捌一个都市发展啊，拢去遐往抄地皮尔，拢用摕钱。啊，恁是一直甲规划，敢若阮一个议员讲啊，啊，县政欠人钱来规划啊，我那都不对嘛，对无？你也看，恁针对讲宜兰市，你也想啦。恁罗东甲宜兰比就好啊。恁罗东，你看营养午餐，国小、国中、幼稚园有哦，免钱。阮宜兰市爱钱，偏偏宜兰关的嘛，对哦。啊，你拢无照顾阮宜兰市，较早就无法度啊。馆长迄阵时是拢民进党执政，我即摆讲较长煞，馆长拢民进党执政，你也想六十几年较担。迄、那个陈定南甲担，国民党执政干呐八年尔，咱宜兰较无四年尔，宜兰市较无遮发展。政党政治嘛，我常来讲啊，我较早拢是想讲，咱宜兰县哦，县长咱是啊，中央国民党执政，地方拢民进党执政，就是宜兰市就是安尼。三线甲即马遮无发展，民国六十几年啊开始去起飞嘛。甲七十几年当然是市话，你看咱宜兰县路，咱宜兰县路啊，道路、高架、高速公路这条，咱宜兰搞这条，搁爱收费。你看人外县市，你看人快速道路啦、高架道路啦，遮济啦，连我去开袂晓开车，我也唔敢开啊。你拢无去遐探讨，你拢无计划。较早摕无钱，无话讲；即摆摕有钱，你就是爱计划。你无计划，要怎摕钱？对，我希望讲，县长，你对宜兰市较关心的，宜兰市会使讲，甲重新执政啊，你拢一条边啊，过来探讨讲有条事啊，迄个，阳明医院就好啊，阳明医院在我的感觉啦，如果我选县长选无条啦，阳明医顺甲红山的，我会看破啦，对，啊，阮宜兰有说有啥，我希望讲县长，你这两年外对阮宜兰市较好者，吼。啊！你整个对我头拄安尼讲，你的看法呢？反正我是讲，这些请个你千万要吼。那即马古管路，伊讲我做进食堂，啊，即、這个如果哪安尼做嘞，对整个园区，要哪创？啊，即个有啥办法？他去咱的管路，咱管路的公款力啊啥，会我倒去。卖合作来去做去上海，咪上海古尔住的区。啊，伊若要做舒心堂，应该是爱去较增卡、较进士堂、较。这点我想你看法，你会当跟延时帮忙打一下讲。好，主人请答复。大会主席、副议长哈，还有两位委员，有关于那个。宜兰这个慈济那块地哈，它在分区使用上它是住宅区了哈，所以它在盖这个相关的设施的部分，依照我们现在看到的相关的法令，它是可以盖进，是可以类似盖一个进食堂的部分哈。那不过现在因为它还在做那个都市设计相关的一个审议，那这个部分现在还没有正式的一个定案哈，跟两位员做一个报告。在公司里上帮忙些，唔通涉及你去点，我请你回答一下吧。好，县长，请答复。第一位主席林副局长，感谢老局长甲咱林秀平议员的指教。我现在头拄会先请林处长先报告吼，就是讲任何一个团体，任何一个人伫买这个相关的土地。开发利用一定要符合咱都市计划法，这头一个原则了吼。啊，第二这个对象，吼、哦，咱今嘛就讲这个个案。啊，这个个案当然，大家希望讲在迄个商业区，会当减少宗教元素，好地方较欢迎。我想老局长应该是徛在这个观点了吼、哦。咱无针对任何一个宗教有这个歧视的意义了吼、哦。啊，当然在这个部分在以这个案。第一个南门计划内底，伊是爱上都市设计心意，所以伫这个都市设计心意进前啊，即马这个都审是咱
啊，这个委员委员是副馆长加指导级别了哈，所以伊上级别以后，咱会去甲做适当的啊这种的要求哈，比如讲啊，你这是要做公共场所的一个使用啊，咱希望讲会降低宗教场所的色彩。第二是停车的需求，哦，迄个所在，咱即马啊，对南城精英整体来讲啦，对尖峰的时段遐真紧塞车。所以伊那是变作是一个大量要往出入的所在，伊停车咱必须要个要求吼，所以咱有一个交通环境诶交通的评估啦吼，所以有两个机制通啊去个要求啦吼，所以这个部分大概啊有机制上，咱管政府会去个做啊这个把关吼。以上。啊，这医患吼，我是讲，这医患咱也袂当讲，咱有伊款，啊像咱人辅导站在辅导的立场，甲讲看讲啊。你这应该是，那么在家做这应该是，会使较高啊，啥较适合，啊，这些地方较多方面带动地方繁荣，这是往咱辅导的代志。啊，我一点上重要，我想讲，县长吼，你会当来替延时公所来做。伊来讲延时公所当市场，啊，当市场就是，啊，单点那个代志，都甲恁划分讲一半，甲迄个鱼市场，啊，迄个做商业地。啊，市场无接受停车场，啊，这停车场给你围着遮遐旧厝，对不对？我是讲，车馆长就甲插手落。啊，来讲，那即撮无钱，你去用公共做算去贷款，啊，你要留地，咱无意见，像我说要留地，但即块地遮久应该开发，也袂当起大楼，难免个所在上违禁的所在。用公共做算，咱管府准去照伊，啊，遐清开，你来做一个合法正确。诶，好诶，停车场，看来去铁部分四五层啊啥，你伫遐是来做一个永久有一个真好诶停车场。啊，那迄块地会使，上会使，应该是市公所迄块地甲卖去，一个遐钱摕来盖遮诶钱，挂遐厝哦，应该来安尼来地产、地产，后摆即个停车场啊，甲劳动共款，金鸡无劳动，即马加。镇长甲甲你，伊那有啥免钱，就是安尼啊，伊唔惊你啊，伊就比较强啊。啊，你从前几下讲我去，说去咱陈镇长遐，伊来过解念啊，镇镇的也关的，算计就甲你讲啊。吼，啊，是毋是你呾卖烟丝一体一个站，看会使，你来甲主导看卖。哦，你这个买去，摕来建善，创一个足水的，看几楼、四五楼、三四楼、顶四两层，安来做一个真合好的停车场，即卖比三角投资，哦，啊是讲你卖，用官府的名义看去做一个停车场，公共做算来做，我是讲请你甲到去点一拜托一下吼。我搁讲下，你等下做一下，这条路卖把你不掉去。无啦，甲迄个我来讲吼，官长。你头拄仔讲租借的吼，我是感觉，无啦，你头拄仔讲啊，我是感觉爱甲伊沟通啦。你送来如果无改，你还开遐济钱。我是感觉，这是咱政府的市市地中咱的市地中的吼，南门计划市地中的，我是感觉讲，咱迄两千块，本来咱政府迄种政府的土地，咱政府也有迄阵老讲鼓励厂商啊标着。你个随牙起，我将几千万给你，对，咱也有甲鼓励，咱无去限制讲，哎，你几年无去，我要来收回。所以这是一种的教育啦，我是希望讲，这是一种教育以后恁有拄到这个情形，恁就了解，无你甲想啊，十几年啊，几十年啊，咱的税收减2亿外，只要房屋税那个。加入的房屋甲这边税收减少2亿啊！你看，咱税收甲减偌济？我希望讲，啊先改协调沟通者，这第一点，我希望讲，这吼尽量会使讲叫去别位啊嘛，这去住地区嘛，带动地方的发展嘛。啊，你讲真正讲我去落了，伊方向要办活动，车拢来，我相信你遐停袂落。你讲要求搁较济停车位啊，停袂落。我希望讲，反正你这为着宜兰市的整个啦吼，过来阮议长讲迄个停车场用地都是中央市场迄个吼，中央市场是一个公所的土地甲学生地，学生地大部分拢是去哦，咱的百姓租去。我是讲管长啊，
迄好不容易剩两年外，搁恁民众执政吼，即个你有法度来甲协调，莫只公共都无，一般公共拢无。你敢答负责讲，哎，我有法度甲恁协调，会成未成不管，协调学生地甲即个百姓嘛，你会使吗？地下是落嘛，一楼拢做生意，各楼拢做停车，带动阮宜兰市的发展。你若想有停车的所在，都有生意就好；无停车就无生意。我希望馆长吼，你即个敢答负看嘛看。好，县长是倒位？啊，代位主席啊，林副议长啊，感谢咱老议长甲谢文议员，其实关心咱宜兰市啊，伫整体发展吼，即块地其实我顶一届都要处理啦吼啊，因为即马差不多一半咱管有地，啊一半市公所的地吼啊，伊这结构足完整的吼，古城东路、康乐街、新民路、甲中兴街啊。啊，基本上伊即马只有做北面停车场，其实底迄个商圈吼，啊，包括即马友爱虽然最近转型啦，但是底迄个进入这夜市啊，迄个所在要是真需要来做一个啊有效的利用。咱即马县政府啊已经得到市公所的同意吼，啊由县政府做咱的这个招商吼，咱即马即块地要用，伊这原来拢是停车场用地啦吼，咱即马要用多目标。使用的这个计划啊来招商，吼、哦、招商啊，即嘛财政署这边的计划已经框个差不多吧，吼、哦。当时要招标，在规划什么时候要上网？在规划规划啊，当时要开始进行招商。咱的规划已经进行到一个段落了，咱希望今年底就会当招商，吼、哦，进度按都差不多，会当个落啊，吼。哦，这是馆长这做了袂歹，啊，不怪哦，正当正地吼。刚才水利会会长啊，柯南山啊讲，宜兰市有较大的土地，较增加的土地，你看，我拢哦刚从因去予农民种菜，农民租金的，你看，社会就是安尼，所以讲正当正地就是安尼，所以讲咱未发展宜兰市未发展就是安尼。过来探讨吼，他拄仔有人讲教育华都府华都府哦，其实咱讲华都府真正讲这宜兰市我也烦恼。大家百姓拢拜托，我要来读去啊！我何解来迁来恁家？是安那来？反正你这要去探讨，伊教育非常重要。我一直想讲，过几年也过吼，人口都无啊，较无也都剩二十几万尔。你讲针对是安那，大家读华都有，是安好诶，资源较好，教师较好是安嘛？你爱探讨啊！刚才我上简单讲来听就好啊。县政中心凯旋高中。即卖几班？五班啊！五班啊，真做啦！凯旋高中五班啦、啊、吼！即卖即个建村来了，凯旋国小即卖可能三班啦、啊，三班超了六十通个啦。啊，一才国小超了两班袂甜啦，伊个邪气就是啊！啊，是啊，较早拄头开始，两班三班招无人，啊，即卖大家拢要来，家长就是爱子心切，哎，凯旋国中真好。凯旋高中真好，迄心理啦，心理真好，拢招子啊去。这第一点，第二点你想，较早中山国小，哎，女子国小，哎，拢爱拜托民意代表要读去啊。到尾换光复国小，啊，要去读光复国小。啊，到尾换南平国小一班尔，佛教七八班，啊，校舍拢起好。我是讲教育爱改革啦，管理嘛，一个读会顶。各中都一个校生一年二十通万尔，包你食，包你住，对，甲二十通万的。咱有一个校生开三四十万的，这你安怎歹想讲安怎来个改变少嘛？我甲局长讲啊，你局长啊，你这既然哦，你甲有这个年岁，搁倒转来哦，来改革者，做一个工程。敢若我即段时间是我甲你讲啊，是啊，大家要发都有，伊个私立的教育无同款。公立的教育不一样，公立的有的是啊，调皮捣蛋，你不要乱，你在那里做就好，出东西、出便当也没关系，卖乱就好啊。那你教育变安尼来啊，产生你看各种毕业都拢出咧，要烧炮有诶无，拢穿乌衫、啊，所以教育一定要改。我是感觉合并爱合并啊，整并，改了好，存出来爱开放看，互人去做啥。我有阵仔一想啦，宜兰国小你知道，甲中山国小，较早是女子，
两个校合并一个校啊，剩一个校啊，开放民营啊，方便民营的啊，带动地方啊，大家也要读个啊。我是感觉这爱朝这个目标啦，敢咱袂使公部门拢公部门去做啦，敢咱你个想啦，较早工友啊、扫涂骹有诶无诶，拢这拢送介绍，这送介绍，哎、欸，敢咱一个组长，但迄个组长呾去校啊，你也捌咧，蔡昌栋啊啥，蔡什么花啊，你也捌咧啊，伊去迄个，大家各地方做组长，吼、哦，伊讲吼，我比校工较细。伊讲叫我去买扫帚，伊唔去买，伊有迄落啊。我就讲，像这校你爱想办落，真正校甲细间诶，迄拢甲合并啦。你会使请车来载嘛？这对教育资源较好嘛？你像个小校，你即马风雨教授个去做啊？上少风雨教授几个人？这样你知？风雨教授几个人？上细间啊，你有做风雨教授几个学生？你知啊？对，好。我是讲你啊，馆长啊，你啊叫局长啊，你权爱予伊，予伊落去做啦。这爱改，我是感觉爱改啦，爱整变的变啦。宜兰市都好啊，有诶国中啊，宜兰市国中有诶剩两班啊、三班尔。宜兰高中即摆剩几班？两班啊、三班。一个较早初中部才好。啊，你讲者几班？宜兰国中现在18班。不，六。18班，他会降到15班，什么？宜兰国中的，不是中华国中的，18班，按六班。那个是对每个年级6班。有这么多哦，我是感觉讲，你讲复兴到尾也是无的啦。我是希望馆长吼，这个奇怪吼，会使落去做看啦。哦，我是买个 T 的，我这个了。哎，馆长，我是讲咱最后咱的教育就是讲，每一个校要甲费，剩一个学生来浪费。我想，我是馆长，一定要提出办法出来。咱教育确实真浪费。花都有的是啊，有一个银行啊，台北，甲调来咱宜兰，伊要去读一个册，安尼咱去讲，上去讲，拢无了。我去讲了，佫要好出来，啊叫校长起来无法哩。伊到底讲要好甲啥好？哦，我想讲馆长真啊，爱大家。必须去探讨一下啦，就是华都府安尼假，安那印都无当印，啊，咱这有一挂行都无存无一个，无存数，嘛搭一间行，甲存无两个咧。你山顶个搭，我就要看看上少个全是，迄应该是该合并啊合并，这应该用你目前这个气势哦，咱民进党你上老大个，对哦，第一届这届选。算诸位，你遐么成本大个，你该在出去外口个损失，个知影个只歹个，卖你去行，落选了了，煞无歹个，啊，知影落选，关掉你面看要提大个，剩个时间送你，我跟你讲，好，谢谢。啊，不要，不好了，转来。好，三楼。以后我不做，今马上去来讲了。好，大家啦。好吧，休息。好，谢谢主席啊。好，谢谢。等下我再考虑。好，感谢张议长，还有我们林锡明议员，谢谢你们的执行。今天哈，也请各位同仁，还有我们县长、副县长、秘书长，各级处长，哦，下昏啊哈，在咱6点嘛，6点哈，在议会哈，大家来共同来探讨一下哈，谢谢大家。好，散会。明天9点哈，赶快高点。明天啊，不，礼拜一啊，明天不必来了，礼拜一了哈，9点哈。